连，你们有连线玩过了？有，有那时候也是在测试。酷，哦，好的，我要怎么按？我们我想加想，你就好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来吧，我开加你就好个了。游戏，好，酷哎，我没有坦克了耶。对啊，没交给我了，那个龙心是要干嘛的？他刚才没有告诉我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嗯，好啦，那个龙心就是这个魂系游戏不都有一瓶水吗？哦，它就是水。对，它就是水，但它复活队友就是要耗你一瓶水，哦，没错，那龙心就是这样子用的。原来是这样。辅助狗狗的回血也是要靠龙心去回。哦，反正你们两个都会补血。嗯，我看情我会。况。好，好的，没有就怎狗，么样？哎，我怎么没看哦，到你说。你？等一下我还在用呢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好我友，加好友了，可是我没看到你。没有吗？还是我这边还不行？有没有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有那颗红色石头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红色石头，我们是就可啊，以了。你有看到他上线吗？我看看，我看啊，看，我知道，我有那个，他我隐是不是藏设自定到己。隐哦，藏？我看一下，我懂。啊，线上有啦，我应该有按线上，我有按线上，哦，那番茄你我先有上。加，我再加看看。等一下，我还在换分类。好，为什么小迪进去的地图跟你那天进去地图不一样啊？番茄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在一个很像教堂的地方，啊，我们上次去一个很像沙漠的地方。有没有可能更新哦，了？今天没更有，不可新？能，不可能。哦，没有，应该是啊，番没有茄。吗？他这有分故事模式跟什么冒险模式？冒险模式是，今天你想刷这张图可以狂刷猛刷，就这张图。他不用走剧情，应该是番茄哦，选到那个。原来如此。哦，所以所我以现我在去，不你用先跑说。什么剧情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跟着你一起玩啊。好啊，好就好。是我们用你的记录去玩啊。好好好，来吧，队友们。啊，谁是你队友？番茄啊，你你们啊，快！不然是谁？番茄你我看一快！下，我是可以直接邀请你，应该也是可以啦。你要得邀请到。发送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繁星，我没有看到繁星哈哎。哈，我隐藏，你慢慢找。啊，什么？你是哪一个 FAN，？FAN，我看一下哦。哎，没有啊，我上面没有。对啊，我也没有你好友哎，还是你给你有我？按加了吗？我有啊，我有啊。好，那我给你我的，我给你我的。好喂。来，加。加那起来。我就直接闯进去就行了吗？对。要。有了吗？有吗？与这位朋友已经是好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没有看到你在玩游戏，所以我加不进你的大厅。我没办法让你们加进来吗？对啊。你邀请我们好了，这样好像比较快一点。我邀请你吗？我邀请了，按发送邀请，可是我们看不到繁没星哎，怎有，么这我样？看看可不可以番茄进去，我再看再看。我先进去，你先邀我吧。我按邀了，我按按邀了，了我没有看到啊。难道说加入游戏吗？是，我想可以加入你的游戏耶。你番觉得茄你的加入游可戏以就是啊。用我的记录啊？哦，那这样怎么办？有没有可能是我这边还要再解一个什么？哦，你没是有，从哪边？没有，你。我们是下面看到你上线，对，你先上线再说。奇怪，可我现在加进番茄的嘞。你然怎后么我无缘先，无故的进？你看我进来了，我进来番茄了。你这句话怪怪的，救就命！进来你的那个进度，你的游戏进度嘞。OK，哎对，所以真你们一开的？始那个任务没有解吗？有啊，就解到那个啊，那个石头出现了啊。对啊，哦，那怎么办？现在？还是我重干一次，我重干一次游戏好了，哦，好啊，这样应好啊。该就很安全，应该就没事了。来，我重开一个游戏，等我一下啊，重开一下游戏，重开，等一下啊。
等我一下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来了。嗯，你是想……嗯，你看一下哦，开始游戏，应该都是亚洲没有错吧？亚洲啊，好，你刚刚也加进来，就代表我们是不是对的？哦，对对，应该就没错，试试看。然后好了，我进来。然后呢，我先……不是，我看到你在线上，可是我没看到你是在玩游玩的游戏耶。我按发送邀请、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进去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可以进来了吗？加入游戏。哦，有了哦，那等于重开才会好这样。然后番茄再邀请繁星这样。应该可以直接点啊。嗯，你可以直接进来了。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哦，这游戏有时候会碰到，就是画面会当掉还是怎样？哦，真的、哦？有时候啦，但我现在就碰到了。今天他有游戏声好大声，开小声一点。这是哪里？怎么游戏好像比我好玩？我就想说，怎么你的一开始的画面会跟他们不太一样？啊、真的呀，好像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更新过的关系？没有没有，繁星，嗯，我正在我正在连接。哦，好好好。哦、棒了，我们一开始就队友了，怎样？所以我们那天晚上是自由的进度，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你可以随便开个地图随便玩。哦，原因是这样。哦，比较自由就是了。对，有了哦，我看到了。哦呦，狗狗是谁？就的一只狗狗，这谁的？嗯，怎么会有两只狗？为什么你没有两只狗？嗯，因为是氪金。你什么时候改成那个？我没有改啊，这是副职业啦。哦、你选副职业了什么时候？嗯，昨天的时候。你记得你老师跟我讲，我现在等级 我比你低耶、欸，是吗？那为什么我不能选副职业？没有，那个是那个你的那个什么啊？你是说那个职业天赋哦？职业第二次要职业啊？啊，对啊，你那个职业好像是说特性要有10点，就可以去选副职业出来。哦所以每个副职业的都不一样，对对对，他就是可以用你那另外一个职业的技能。帅耶！来来，我们他这边有一个脸，然后我现在没办法放，我是要去找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来，哎、欸，应该吧。我们来战斗吧。来打架，你难度选什么、啊？打架，简单的哦。啊，简单对。那哪需要补血啊？简单不需要补吗？要啦。哦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自私，我队友还没到，欸、这怎么办？我先上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等下上面有开关可以拉。哦，一开就打完哦。你会听到咚一声，那个就是会有红精英怪。哦哦，这个小只的还好，嗯，好像还好哎，没有想象的那么难。是不是该调难了？我也觉得，我们是调、啊、是吗？调大师模式好了。啊，先不要了，我们先试着打打看。哦，这个还要等你们一起过来这样子。那个是记录点，那个可以其实不用摸。哦，那个无所谓。对，那个摸下去就是存档记录跟把怪全部刷新，东西补满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对。吼，就这里吧。没有，那门是锁的呢。啊，好吧，我看一下啊。酷哎、欸！加油！大家一起上！坦克！有、哎、我在打哦！帅耶！我捡东西。他主职业选什么？哦，冲被打了！哦，怎么哪里有敌人？好高哦！我在扣血，为什么？你被打了，持续伤害。不干净的地方吧？哦，但地板上有个奇怪的东西。啊，你们好快哦！拉拉他比较快。什么？不要乱说！不要乱说！我不要乱说，男人快。来啊！不是你们战斗速度很快啊！这边有个好像解谜之类的东西。我是刚好摸到这个啦！我看你们解。哦，
要拿到关键道具才能打开这扇门。哦，那哪里可以拿？这张地图就有了。好，来找一下。这个吗？是有可能会在地上还是什么地方吗？在房间里。房间里，好。哦，这边有个地下道。OK 啊，来这。哦哦，是我看不出来是怪物哎。傻眼，我这样扣了一堆血。哎，你怎么亮掉？萌新。我想说补血啊。好哦，是不是？你想，你们可以帮我补。对对对，我如果你死的，我们倒的话，需要靠你救我们起来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龙心是很单刷的时候，你再用龙心就好。哦，所以多人的时候龙心就可以留着。嗯，救人也比较好用。酷，原来是这样。是是是，是是。好的。啊，你有看到那个亮亮的红红的？那种红色亮亮的都是任务道具，橘色亮亮的是任务道具。嗯，哦，哦，他很凶哎。嗯嗯。哦。我觉得他们都出现的好好突然，而且因为他的画面做的很精致的关系，有时候我会分辨不出来怪物在哪里。对吧？这就是任务道具。在哪里？這個、哦，这个橘橘的红红的这个，对，哦，就那个大厅的那个面具，挺重要的，所以回去放吗？要先回去吗？还是先继续逛、哦？可以探索一下，但是之后再回去啊。可能会有个戒指或是项链之类的。嗯，这个书一定要读吗？可能会有关键的提示。哦，那么再探索下去好了。看你还有楼上。嗯嗯，好啦，走这边啦、啊。哦，有怪物。走哪里？来这里。有攻击手。嗯。对啊，按G可以标记。哦。帅哦，这样背后有人。看你受伤吗？是这样子啊。嗯，对。哦，可以接补。对啊，就是你刚刚一开始嫌弃补的那一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没关系，我反正你们有带，然后我们一起用，没事对不对？没事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回去放那个面具嘛。放面具。嗯，怪物。哦，近距离打不错哎，好强哎，近距离伤害蛮高的。有人偷射哦，我不是我，是我家的狗在咬你哦。这什么？那个是如果你中了会有诅咒的东西，可以喝这个圣、啊、水。哦，整个人发光，帅。走这里吗？对。好。哎呦，怪物。我觉得你砍得很痛哎、欸！痛、哦、痛痛痛痛痛！你也被砍得很痛哎、欸！啊，对，我被砍也好痛啊！我需要点补血啊！帅帅帅！被打还蛮痛的耶，虽然砍得很痛。哎、欸，啊，对对，这就是王吧？那个钉就是小 boss， 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小王，啊，看起来也还好。好了。不、哦。哦，这么帅耶！天啊，背后，那、啊、是谁？啊，我射到自己人了，对不起。射到自己人会扣血吗？会。对啊，会。OK， 还没有，还啊，不要射！虽然扣一点点，可是还是会扣血。你在治愈的这个地方也不会扣血。好的。有东西。啊，不想，不要故意射自己了，对。走这里吗？就是哪里啊？中一个啊，上来对，悠悠我到了，上去然后放那个面具嘛。上楼没有没有，你去哪？啊，错了吗？对不起对不起，
我突然离你们离开你们了，我先回去，我回去，我去。下来啊！哎，等我一下，要拿那个关键的魔法道具。哦，那没那种。全歼敌人。在哪里啊？那我来了。这个不要了，我应该是不会死啊！来来来，这是什么？这看起来，他看起来不是好人。你不要闹了啊！人家给你东西啊！哦，好了，好人，好人。你说他不是好人啊？不是，他看起来是蛮怪的。来，你们按 G 长按，然后左下角有个表情一点下去，然后有个鼓掌点下去。你表演好棒哦！你们拿东西。鼓掌。有小丑的铃铛。对对对对。哦。这个是要这样子拿到的。哦，所以跟他鼓掌，他就会给你东西。对对对，你还打？啊，没有，我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哎，他没给你笔吗？有，他给我铃铛。不是，应该会给一个笔。没有，他是给我们铃铛哎。台兄，这边好像……我看看哦。哦，可是我们进度还没到，不知道，因为他们那时候带我玩的时候是要拿笔，还是我们用错动作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要拿，这次不用看看哈。哦，你想一下，这要按什么？你们说按什么？你死后你的头被这样子刷，啊，这样好可怕。嗯，再鼓掌也没东西了。他会拿一支笔给你啊！哎呦，有了，这个拿，有，哦，好好好，拿这个，有了魔法羽毛，然后呢？然后有没有看到这个，就是这样开的？哦，哦，这是小秘密耶！那根本没有人带，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啊！哎，真的，隐藏道具，帅！所以它有一些这种可以让你发现的小东西，超多，帅耶！好啦，我知道的也不多啦。你开了一个很深的坑，你不觉得吗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感觉酷哎、欸，感觉是蛮酷的。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说一半一半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东西能刷太多了，我怕我刷不完会很烦。因为一代的时候、哦、有几个东西特别难刷。好，我简单来说一下，一代有一把，有个 boss 是火龙，你正常击败他是拿一把枪，如果你是把他尾巴弄断再击败他的话，是拿到一把刀。哦，对，你不同打法会有不同的武器，而且哦，帅爷，那他设定蛮好的。对，而且有时候 boss 不一定是一定会出这只 boss， 随机的。嗯，那我先要点什么？我画面出现一个圆圈圈，然后右上角什么？没有理他，这个就是看你要不要回家或是怎样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就不需要。那我们就看到这边继续逛还是怎样？好，我们就破下去吗？对啊。走哪里？这什么东西？电梯啦，那个如果电梯在上面是在按按钮，上来。跟我们上次搭的电梯不一样的。嗯，酷哎、欸，你们两个怎么都玩女角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欸、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很不合群，我刚刚听大家讲的玩女角，身为一个男生玩女生是正常的吧？对啊，欸、是吗？哎、欸，是这样子吗？也可以玩男生啦，打不开吗？打不开，哦、那就不是这里，走回家。好。这边我其实现在第一次来过了。哦，那你可以把头盔隐藏掉，看你要不要。啊，不用，但头盔很酷啊。哦，很像那个什么哥布林杀手，对不对？确实蛮像的。哎，对。而且还拿了一把刀。啊。大厅。走哪里啊？哎，就看小地图啊。这个是啊，这是要放面具吗？还是什么？是有怪哦。面具应该是放在那个地上的吧？啊，地上的那个。哦，好的。没有怪了。没了。怎么那么安静啊？有怪物，有怪物。哦，man。哇、哦，凶！有弓箭手是代表什么意思？狙击手吗？有人远程啊。
啊。哦。你那招是什么？帅。他的技能、啊。阵地好强！哎、欸，这样又是魔王，那只是魔王吧？有钉了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要怎么锁定他可以吗？还是没办法？没办法。哦，他没有锁定按钮。嗯。哎，兄，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喝水，好的。装不下了，装不下了，为什么？东西满了吗？那个是你的子弹，因为你都如果用大号子弹的话，那个你的手枪没有耗到，捡不起啊。哦，就它会有最大的那个子弹上限。对对对。原来如此。开路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是路痴。走这里吧。哎、欸，一看就知道走这里。你身上有毒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有啊，你在中毒、欸。有有有，我去喝一下那个水。啊。刚刚那只王死掉的时候，你跑去踩他的尸体的時候。你很臭！你不要当，不要当，不要。好，不动不动，来。好帅耶！你这个可以解夫 debuff。没有啊，补血。他那个只，他那个有秒速的啊。哦。嗯。控一下这样子。走这里，这里。啊，带路带路，我最熟了。就你家是不是？啊，对。对，小弟家一日游。应该是走这里，这里。完了，有人在他家迷路了。啊，应该是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地图，这样看。应该需要大厅。我看、啊、这不是走回来了啊，小弟，这边走回来了、欸。啊，我没有。从这边走回来、啊。是吗？这边是走回来的路。哎、欸，有怪。还之类啊，对，有怪。加的。哦，这好强哦。你可以连击几次啊？两次，连续可以挣两次。哦，好浪费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可以再挣，因为它可以一直挣一挣，挣到宝。这里那应该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哪里有怪物？有了！刷耶！一直震动，没错。哇，弓箭手是贴上飞的那一只叫弓箭手啊。嗯。这个地方要来吗？哦，放什么？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放的。中卷没有拿到。嗯，好，那也有可能是这张地图很难刷到，他刚好被我们刷到，我们没有关键道具，这样也是有可能。哦，这边没路、欸。你们走，哎、欸，你走那边吗？我看一下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是随便乱走、啊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走看。这里，应该是这里了。通常一个地方要打哦，有怪物，怪物！他现在不是先捡那个、欸？这边有个电梯，也有个电梯。你要不要先捡那个、啊？你没看到吗？先捡那个吧。哦，有看到。有喂、欸。嗯。那要去电梯吗？走啊！能走电梯啊。对，组队完了，没错。我们现在有繁星跟番茄，超强队友。我们有你耶、欸！没错。交给我坦了。我这边没走过的地方，交给他砍，我们就后面泡茶聊天。来了，真会打，强哎！怎么动不动就扣血啊？动不动就有那个失血效果？你被打、啊，你被戳、啊，你被射、啊。打完的路上，哦，对，没错。反正队友在射你啊。对啊。哦，那是大王吗？对，我去跟他拼了。嗯嗯嗯、哎呦，还有这种东西哦。有了，砍他了，砍他了。哎、欸，毒！你又踩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怪物死掉，他们都会喷毒。好啦，目前是他这只会而已啦。哦，我觉得我刀蛮强的耶。你说你的刀强吗？强，我觉得蛮强的，伤害很高。哎呦，我真是二零古堡玩球，一直想要按一二三的切换武器。哎，对，有东西，来来，酷哎、欸！再去下一个地方。三十故事说什么呢？
会从前哦获得奖励吗？我不晓得，我第一次玩。大剑是浪漫，没错。哦，这边有路，有路。有人说大剑是这个哦，男人的浪漫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刚刚有人说什么主线怎样？什么东西？你刚刚不是你在回观众另外一个问题吗？哦，他们说什么杀死故事老板并放置缎带后，你会从情人雕像中获得奖励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我也不晓得、啊，就是我们可能要放在某个东西上面啊，还是刚刚那个雕像的缎带就是那个手，对对，那个手。这边有东西哦，有东西。哦，这蓝蓝紫就是装备。啊、哦，这就是装备。对，这个是项链。所以我可以配吗？可以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打开包包就点那个啊。那个项链效果不一样， 看你要用哪一个，有近战武器加成的那种也是有。激活合计的上限增加两次，什么意思啊？合计我不知道怎么。试试看好了，装装看。我现在枪战了。都用看。哦，它是地图，很像。这里还有东西吗？这边好像还有一条路，还有一条路哎、欸。对对对，我们去。哎，这是过了哎，完了，路痴，完蛋，这里啦，这里啦，这里，啊，错，对对，错了。合计是商人哦，长效状态的药水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小胖安安，哎，这里，导游还没到哎。在网上吗？我看哦，网上是红色区域呢。哦，那就晚上吧。每日迷路，对。那我去捡东西。怎么有一个老人叫声？好像是隔壁耶，隔壁在开趴。是吗？打他！开趴不开？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？有喂、欸。哦，这边有红色的东西。贪婪之勋章，远程暴击，韩云杰，嗨，你们有过去吗？找不到，怎么进去啊？就是缺少东西啦，不然就是从另外一边开门啊。如果他有跳出像打开包包，就是缺刀；如果没有打开的话，就是从另外一边过去。哦，应该是从另外一边的。哦，韩云杰。每次靠近他要惨叫一次、欸，他会一直叫啊！哎、欸，没有绕路，走哪里啊？我刚开门了，直走转，好，转，门可以就打开哦哦，他的路算是还蛮有点迷宫哎、欸，有啊，感谢无名订阅，感谢订阅，我觉得这个会玩到死，如果说一个人破的话。还好哎、欸，一个人破坏还好。哦。到了，来了，上来。啊，你没上来。我在吃糖果。还敢吃？哇、哦，肉夹肠好好吃哦。哦，我看懂了，他是要我们一直往上走，对不对？电梯下楼。一直上。哦，这边有个金色门哎、欸。感觉出去就，这边就是出去的啊。那，这个是我们刚进来的门。哦。啊，这边还没走过不是吗？哦，这边门是锁的。它地图有够大哎、欸。很大、啊。哎、欸，这给你放。哦、我不知道、啊。这个可以，就可以。我可以我有放。好好好。有了。你说拿到这把钥匙的？他刚拿的、啊。刚刚。你刚有地方有。就魔王吗？你是谁？那个怎么让我想到魔兽世界的那个场景？快吃！真的可以吃吗？你是说卡拉赞吗？快吃！啊、我吃。吃了啊！吐了。啊！好恶心！我们有必要吃吗？说实在话，哎、欸，我不会死的吧？哎、啊，等、欸、我的血，我怎么了？我贪婪，我贪婪。谁贪婪？神主叫我们吃，又不是我想吃的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这没事吗？打！吃完之后，整个画面变得怪怪的了。我现在好嗜血，我现在没有子弹，我好嗜血。没
地方装一下。还有敌人吗？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附近哪里啊？右手边一堆。有没有听过钓鱼执法？没听过哎，钓鱼执法是什么？帅耶！是谁在偷射我啦？啊，可能我不小心射，射到了，对不起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他的血，他的血会中毒。去捡那个，去捡球，去捡球，去捡地上这个球，去捡巨魔球。捡了，捡了，那是我哦，补血球，帅耶！这个全用完了，中位将。地上捡，地上捡，地上捡。好。哦，我的血量。你在哪？没事没事，我在捡弹药。这是有点难度的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吃人。小弟在哪？我快死了。你在哪？我找不到。我在那个门口，刚才进来的地方，吃肉肉的地方啊！我要先补血了啊！我死了。我应该先用龙。哎呦呦，复活复活复活了。哦，吃人啊、哦！真的、欸？我可以吃人，是吃人。小弟去吃 人, 吃人，那个红红的人去吃。快点，小弟快去，快都咬他吃他。吃他？为什么要吃人？丧尸敌，丧尸敌吃人合理吧？对啊，很合理吧？好像有道理。哦，完了。好，结束。任务完成。啊，多吃一点。好的。这可以打他吗？担心你的狗狗装什么技能呢？没装哎、欸。我是带狗、啊，他给我东西耶，欸、项链。你看他讲话，他给东西耶。哎、欸，还好你有讲。然后我们都拿到了。哦，还有一个人讲。二代的话，他是就是捡除了子弹，大家捡东西都会彼此供那个彼此捡到。哦。我们选的是合作模式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。是吗？是吧？你不是另外一个是竞争哎、欸。竞争模式就没有了。啊？你是玩小弟那吗？你在玩小弟呢？我好像搞错了耶。他搞错游戏了，不要理他啦。哦、对啊，这边这个可以进去耶，可是会受伤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对不起不行，我看我以为可以，对，我想说，哎，好像有一条路可以进去。可以吧？是吗？你怎么进去的？蹲下啊。对啊，你怎么还蹲的？扛错啊，扛错。就只要被烧了，被烧一下，不过没有补伤在。没有，我扛错没有用啊。你扛错要按啊？啊，你是 auto 吗？auto 哦 auto 啦，对对 auto auto。哎，为什么你是 auto 啊？我也是 auto 啊。啊、哦，哎，这个好装备，我需要补个血一下。出来出来再补出来再补。好好好，我会被烧死。对，可能快死掉了。有了有了有了了。你在这个事件中复活玩家获得哦什么特性酷？欸、接下来往哪边走？我们断带都还没弄上去。断带就是要出去啊。走吧。这样有怪物。Yeah. 走哪里？这里啊，水晶这，水晶这。好好。那再就是看要摸这个水晶，就是把装备、技能、气力全部就是补满，但是怪物会重生啊。好，啊、或者是直接出去也可以。如果状态差的话，再摸就好了。好，直接出去好了。对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好，走。啊，让你去更快哦。酷哎、欸，蛮好玩的。哦，嗯，感觉还不错。他没有说那一种，就是让你打打打打就结束了，他就有一些这种小任务哦。然后这地图也有很多那种小洞要找要钻。哦。帅。哎、欸，断带是在哪里？进来之前的门口吧。要找一下。是不是要绕一下了？完蛋了。对啊，老门出去啊。这个惊叹号吗？没有看过金蛋哈，不是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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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这走这，怪我这。
哦，我的剑很强哎，挥一下就半条血，敌人，猛哎，好了，好，走。那你看这一层有2.5层，你看这个楼有没有这边？有，对，我们等下可能要走这边吧。哦，帅！然后等下直走嘛。好像震不到上面了。对。哦，弓箭手不断射。看我是个烂炮兵，找到打完了，没子弹，小枪了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捡，过来捡。好，背包满了，有了。补一下啊！你们不补哦？好啊，去死吧你们！哎呀呀呀！我补我补，去死吧！有了，我切到了切到了。哦，它是定点的啦。对啊。然后呢？金叹号在这里呢。对对对对，往金叹号走看看，我不确定啊。哦，看到看到看到了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画。叫你画画的哦，好像现实有一种这种笔可以帮我写作业哦。你现在要写作业哦？有了，传送过去。所以一个人捡东西，其他人也都会有吗？对，多子弹，酷哎！那这样等于说装备大家都一起刷，就不会抢，对啊。哦，这样还蛮好的。就免得合作游戏玩的心结游戏啊！啊、哦，真的还不错。这吗？是新的门？地方？这是哪里？这好像应该是新的副本吧？对，这是新的副本了。我看到它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哦，不对，那存档点。这不就继续走吗？啊，就打，有走就逛，有就打就打。哦，哎、欸，怪物变得不一样哎，不是刚才那种怪了。我杀了一个妇女，有敌人。上面有个紫色。那怎么上去啊？有一个哦，有梯子，梯子。哦，紫色装哎。摸。摸了，摸了，摸了，里面也拿到。有。这边，哦帅，哦，好凶哦！射爽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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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射爽没？不是我上，我这种上又会把小弟。哎，对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射我了。狂打！我上关是一直把小迪看的怪物，这关我是一直把你看的怪物，我怎么了？笑死了！那他好像队友会搞不清楚队友是谁。这边这边这边有红色的路，没来过的。好，那上什么是盔甲？你也穿着盔甲，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这次好像、哦、我的剑好强哦！我那边还没走过。这边有个有特殊的东西，我拿一下。金色可以进去吗？不行，看一下啊、这边有宝箱的，你们看到有吗？嗯，啊，我没有看到。哦，酷，技能持续时间。哎呦，有一只怪物。等一下啊，哦，这只感觉很强哎。刚才这只我不能跟他硬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他那个，他那个打超痛哎、欸！那、啊、乖乖乖，去不去？好棒，帅！好，这里来来来，我看到那边有个红色区域是什么、啊？地图上红色区域是没有走过的，对。哦，要走楼梯上去是不是？嗯，这边的楼梯。我看到这边有个红色区域、欸，这里。看一下，在哪？哦，这边没东西啊。他捡过了，刚捡。对，有一个奇怪的音效，那是小王的意思。在哪里？就在那边。哦，看到看到。啊，就这样死了。应该有别。不是，不是啦。哦，那不是哦。是灯才是。还有分不同的灯法。
对，还有灯爪狼。灯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有些怪物藏在屋顶上，屋顶上要开枪打哦。哦，就不好打了。这边，这边，大门。开不了。嗯，为什么开不了？那表示要从另外一边开。哦。这种推推开不了，就要从另外一边。好的。还有出现那个包包提示才是有道理。哦，灯爪狼，对，没错。这边好像有红色路。所以其实这个游戏是也可以，就是老手也可以一起回来再刷，因为他可能没有刷到这张地图。哦，这个意思。原来是这样。没路，这里没路。没有分章节，地图全开那种吗？对，好像是这样。这游戏是这样吗？嗯，就没有分章节，对吗？有，它有主线。哦，还是有主线。哎，这个。在哪里？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哎，来，我看。他好像拿格林哦，你自己小心哦。哇，哦，没有，他拿电锯。电锯。电锯杀恶魔。感觉靠近他很惨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帅！哎，近战技能真的很帅耶！看一下这里，好像有哦，有箱子，有箱子，这里有。然后你看小地图，有时候会那种，对，就那种小圈圈的，那就是宝箱。哦，藏着小宝箱。啊，走过来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哎。有啊，小宝箱。这里啊。哦，看到很小一个圈圈，哎，那个超级不明显。没错。来了。这边有个楼梯，二楼有没有探索过？好像没有，二楼没有去过。去看一下就好。走。有啊，上面有东西。有东西，金色的。那个是材料哦，对，材料哦，材料。然后它还会有像什么镀锌铁啊那种，就是带更进阶的铁。嗯，上面好像没东西了，没有了。哦，跳过来了，帅。还有什么？好，哦，好，往右边走。啊，右边，哦，右边有一个那个红色区域吗？嗯，对。来了。反正就把所有红色区域都探过。对。好。那是猪吧？对啊，那是猪啊。那猪的手脚很长哎。而且他超瘦的，走了，有了，又有一个，对，奇怪声音，啊，掉下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去捡，我去捡，哦，刀真的好强哦，超帅，哎啊，一个，哎呀，这是。在哪里？哦，看到，看到。他的刀太帅了吧！给他给我。啊，他的刀哪来的？人就是要。这边有个宝箱。不小心下意识滋了一下。猛哎！帅。底下是有什么？看一下，我去探。没事，我跟着你。有敌人，上面有蓝的那是什么？忘记了。蓝蓝的是啥？忘记了。紫紫的是装备啊。特色点吧，就是点。哦，对，天赋点。哦，看我上面有个蓝蓝的，我上去拿。那我拿那个，哦，就这样捅。看来我赢了，我先拿到了。赢了！哦，痛痛！天哪，我来了！没地方装不下。安杰，你走错地方了。对。哎、欸，你回头！回来！小弟回来了，去摸，回来，去摸。那边，绿绿的。有，补血。他
这游戏没有防御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他一代的时候防具可以加能加防御。我靠，有一个超级大怪物！哇，我们少一个队友。那只是可以打的吗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喜欢打都打。对啊，他是 boss 哦。你看谁不，你看谁不爽就打。哦，他的武器看起来很强哎。弹药全用完了，帅！你是用什么弹药啊？长枪还是手枪？你去摸补，你去摸补，补没了。啊不，我是说番茄啦。啊、哦，好像都是长枪弹药的样子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好的。因为番茄都是用红色的弹药啊。啊、哦，我好像也是哎、欸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啊、哦，它是有分吗？有分啊，就比如说我们三个如果都拿长枪弹药的话，到后面一定都会抢。哦，对，所以可以就是有人就是主要拿小枪多一点啊，一个拿长枪多一点啊，哦，可以这样子搭配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没关系啦，反正没有就是用刀砍而已啊。嗯，好的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个门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是下一关的门。那它是要一直破下去吗？还是？我看里面还有一大有一个地方没走过呢，这里吗？什么有一个时钟没有搅活的，搅活哪里？你看哪里？大地图啊，哪里有时钟没有搅活？蛮远的。哦，你是有触发到吧？嗯，那要回去看看吗？好，可以啊。走，带路。来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标记啊？它好像不是现在这边不行。他要走很近才能飙。哦，路痴带路，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看、啊、你自己讲的。你说是有一个那个说啊，未激活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你看到了。嗯。那我这边也都没有探索过。哦，这里。有人说枪手职业将与。党员分享弹药，对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预购的话，一开始拿不到枪手，枪手要靠地图探索解任务拿到。哦，他一开始是没有的。嗯，因为枪手捡弹药的话，他好像分享几趴，30%还是10%的弹药给队友。哦，他会有这样的那个。对，有这个存档点，是不是要打什么 BOSS 的？我也觉得耶，要回来在哪里？可是大的哎，可是大存档点哎。应该不是。对啊，我要举手。好。Come on， 偷袭。超强。先拿个下。啊，我拿。哎、欸，捡，你捡，有了。哦，有大怪物了。大怪物好啊，那个流光水晶会很缺，就大怪物给的都。哎、哦欸，大怪物怎么会跟小怪物打架？怎么可能是常误会？帅。然后这边，哦，那边不知道会不会有，哦，有箱子吗？啊，有一只猪，啊，这猪还会撞人，会撞人，呀，很凶哎、欸！你们没有不要撞过吗？没有，那只有点凶，我真的没有被撞过。通常它靠近我就把它射掉，想说看看它。啊！哦，凶！后面有一只什么剑？对啊，酷，一个大剑。左边好像是 boss 区吗？没有，金色的不像哎、欸。帅，金色可是灰灰的才是 boss。它后面是一个空间哎、欸。嗯？不知道，先探索看看。对，那边有个金色的那个大门哎、欸。对啊，可是还没有，还可以走哎、欸。
那我们先探索完吧。好好好。哦有喂、欸，很多路哎、欸，特蛮多路的。个路，路诺的路。啊、哦，没错。啊。没了。各种路诺。跳过来，哦，这边还有路可以跳过来，帅。哦，等于说他这个设计我觉得还不错，就可能例如有些人是狙击手，就跳到这种高位。可是通常跳到高位的时候，怪也都被你们解决了，我都打完了。好的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对，游俊史很帅，对那个剑，那个砍下就破伤风。啊、很可怕，超强。对路目前蛮友善的，没有那种刁钻，还行。好吗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嗯。打完吗？看看有没有东西捡。有吗？看来是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嗯，他没有金叹号呢，上面有金叹号呢。哪里啊？我看这扇门上面有金叹号。不要目标啊。那就走。走吧 ，Go Go，、啊、杀王啊，嗯，走吧。啊，竟然要过这个，这下一张地图了、欸，哎，是吗？我不知道上面是有惊叹号。对，这样读图是代表是下一张图的意思。那所以我们的钟楼是、啊，所以这样就会一直破，一直破，没完没了的。也是有完有了啦。哦，也是会破到结束。对，它其实有个主线呢、啊，是下水道。有电影，对，这是新的，没错。巨型下水道，我看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按那个手电筒啊？没有手电筒，没有手电筒，你当时、哦、你以为这是二零古堡吗？啊，好的，我以为有，没有手电筒。等一下，哦，被他撞到，完了，哦。哦、oh, 死了！我死了！等，来了！哎呦，他自己会复活？为什么你会复活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所以我是坦克吗？我们龙星是不是少一个了？没有，一直你们两个一直都少一个啊！虽然坦克的关系，坦克有这个不死的这个特性，不可能！好的啊，正好没路。怎么老鼠呢？这边有个路可以过去。哦，看到了。哦，你们眼睛好利哦。厉害吧？没有，其实画面很黑，我还努力在看。看、啊、这边有没有宝物？没有啊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为什么我身上有绿绿的东西？帮你补血，你刚刚一直半血很久了。啊！吓、啊、到我了，我以为什么奇怪你看我。你的头上绿绿的啦。把你打掉了！哎呀，这样弹药用完了。好，弹药又出现了。没错，你有弹药了。哎、欸，是他不后面这只。哦哦，不能，我跟不能跟他一拼，他比我强好多。有人放爆炸的东西、啊。后面啊，后面那个我都要先打。狗狗嘲讽。被打狗狗，打狗狗，好了。猛哦，水你不能跳，好麻烦。嗯，哎、欸，龙火箭手电筒，啊、哦，有啦！蓝蓝的东西、啊，哪个是手电筒？哎，龙、欸，哎，龙，哦，蓝蓝东西在哪里？哦，哦，发现新大陆，感谢，对，谢谢，有观众玩过，谢，猛面，谢谢，学到了，太棒了。特性点数，第一次看到魂内有浮电筒，我感动。哦，完了，太凶了，太凶了。没关系，坦克会复活。啊，不要，也不是这样。坦克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复活几次。哟，请讲，谢谢。啊、谢谢，谢谢很难吗？大感谢。
真的差点就死掉了。不是因为我要打怪，打怪会累积那个能量啊，能量才能帮你补给。哦，对，这个游戏是这样子，你技能是要靠打怪获得。嗯，他好像还没选技能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他这拿近战，我也不知道他选什么技能啊。你有啦，你看你组你技能装在哪个武器上面？我看、啊，技能什么意思？我来开始教你。等一下。冰原石怪怪的，先清一下，先清一下，好，先清一下，好好。啊，你啊，来了来了，哦，有一个大只的，火烧的寂寞，哦，他这好痛哦，来感谢，耶，谢谢，好的，好来，教你哦，你按包包打开。啊、哦，包包物品吗？然后看你的武器，你的应该是主武器吧？来，你主武器选下去之后，哦、对，整个主武器按右键，右键，然后你的有了你的未分配，对对，左下角那个点它、哦，放它技能上去。哦，原来可以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你一直没放。所以有技能会怎么发动它？哦，我看到，有看到看到，好酷哎！哎，万星君，嗨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对，刷耶。然后有些武器是没办法装技能，像我这把长枪就没有技能可以装。他那把是新手预设的枪，可以装。啊、嗯，他那时候冲到很高。哦、好像叫这个有存档点。灰灰的是不是要啊？这个就是 boss 了啊 ，boss 了吗？对对，终于打光了。很少哎、欸。那补吧补吧补吧，没差，啊、那就补存档点吧，来吧。补存档点好，怎么做？坐下就好了。哦，这样就会自动补满。这是魂类的篝火，对对对、哦、，BOSS 一起三三三，然后就离开。有了吗？有了有了有了，补满了。来吧。好，不进去了。打魔王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动画，酷。然后就不进去了。啊，这对，还想进来。一些武器技能模组是固定的哦。这什么？大球球。打这个触手怪吗？哎呦、感觉他很强哎、欸！然后 boss 打那颗球，哎、啊，完了！我刚好近战武器啊，我掉下来了。你拿小枪，让我掉下来，我先怎么上去？我掉地上了耶，怎么办？哦、啊。哦，我掉下水道了，救命！我看一下，下水道怎么上去啊？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哦，找到，找到，找到！金子弹。哦，那好像是可以打掉。哦，你很聪明，还不快打！啊、太难打了。哦，他动不动就掉下去，完蛋！哇、哦，好痛！番茄，我做不到。没有，我可以用龙心，我可以用龙心，没关系。嗯，王在哪里啊？鼻涕怪，对。然后挣不到，完了完了！上面那个球要打掉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然他一直发射，好麻烦。完了完了！怎么有办法补血吗？红心 ，Thank you。好，十一吗？我按键跟你不一样。哦，你有改掉。哦，一呀，对啊，这是我的技能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来。
难哎、欸。完了，我觉得我要帮狗狗换技能了，他现在这个只有技能没用，有点不好打哎、欸，这个王。掉下去就要找地方再爬上来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痛痛痛痛痛痛！雷射光啊！被他震下来了，剩一点点而已。集火，集火，集火，集火！耶！我有了，打赢了，终于打赢了！好猛哎、欸！可是他死掉没有掉什么？有，直接趴身上了。哎、欸，我要回去做。哦要不要回去做？好。那个少爷，克莱门汀说不定走了这边，可以再摸一次。来的呢？哎，难打，往后走吧。这边，这边，往这，对对对对，这里嘛，有个退出的地方是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的。那这样就退出了哎。很少再回去探索。我在想啊，确定。因为搞不好这就是主线最后一个地图，哦，最终这样子，对，哦，确定了，走吧。他会武器的耐久度吗？没有，哦，还没有啊、哦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有个地图还没逛过。哎、哦，有人多按一下、嗯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。但是我离太远了。哦，小迪。哦哦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想要四处看一下，应该会把我拉过去这样。这张地图有剧情，然后那也要刷出来的。哦。现在我们去看做装备吗？还是可以啊？再去探索。看看小迪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做装备是要怎么按？就是回去十三区实验室。哦，然后我去上个厕所。好，哎，那等我好了，我等一下到那个我开一期这样子，嗯、因为我一期也要钻石数、嗯，我们要回到十三区吗？嗯，好的好的，嗯那我这边那个图奇我先做个结尾，然后等一下那个你们等我，嗯、我等一下回来，嗯等一下回来，嗯屁要喝水，好了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亏了创始人，你还活着，这是从哪儿发生了什么？这个装备跟图片只能拿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说，我在想。先一周目乖乖过完之后，要刷再回来刷就好了。但是就很怕说，刚好我们刷到是很稀有的地图，不知道就这样子错过了，一定很干。因为之前玩一代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一代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新手不知道，结果第一关有个不是尼亚的儿子吗？那时候不知道。有遇到那张地图，但是没有任务到，就这样错过。
把怀表给他，或是杀队友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为了拿那个什么刺客衣装，还是枪手的装，啊，刷那张图刷了吐血，刷四小时才刷出来。哎、欸，感谢小迪揪团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看一下哦、喔，我再去问一下，谢谢小迪揪团。谢谢小迪，顺便测试东西，实况。哎，回来了，好了，我好了，没事，他还没回来。嗯，好的，那我这样子，嗯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正常，只要牵扯到世界，啊，我早知道创始人，听着，嗯。抱歉把你也牵扯进来了。等等，什么？克莱门汀？他突然触发一个什么任务？他还好吗？然后我要一直跟那个人讲话。嗯。啊，怎么番茄也关台了？冲啥？我发，因为我今天网络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玩《二零古堡》时候已经断线两三次了。哦。所以我怕会有问题。哦。狂断。对，会断。哦。懂了。我以前。好的。等一下 哦，我开这个一期直播，我把画面用到最低好了，效能最低，这就不要关就好了。User 是观众名称，英文，嗯，丢，关掉。你丢要关了，我要去砸你。啊，关了，来不及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按掉。东西开太多了。看一下哦，嗯，我觉得亮度要调高一点，对不对？不然有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敌人的位置。我是觉得还好啦。嗯，不晓得。看个人啊，如果说你怕看不到的话，你就调高一点。哦，对，公告。对，不然到时候玩的变光害。对，哦，真的会。哎，对，我看一下，是要有制作武器的方法是吗？有了吧？对啊，怎么做武器？去前面，去那个女生，找这女生。哦，做那个武器的那个。对，等一下哦。最好别浪费我的时间，愚者。你需要什么？你怎么换狗的技能的啊？我是主职业啊，主啊，你副职业我刚刚能不能换？哦。看一下，哦，你们在做武器那边吗？对，对啊，来了，超展效果。哦，就跟他，对他，他要轮流看啊。哦，他一次只会跟人讲话。是啊，那你先讲。他很专情。哎，是吗？你讲了。你回来。我离开啊。哎，有，可以。我也可以。你帮我制造东西吗？哦，你也可以吗？哎，改了、哦。我也可以。早该这样改了，嗯，他是制作技能的样子耶，哦，所以这是打到技能是不是？好吧，嗯，那就是技能了。武器应该是我看下升级武器还是用买的？你好啊，朋友。买的在外面。哦，还有分做的跟买的这样。对，当然是打到做到的会比较酷炫。他买的话就是比较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原来如此。
看一下。哦，有它可以升级耶，升，可升级也不是那个吼，好多对，就让枪变强而已啊。对啊，制作武器改装。那好吧。他对啊，他只有制作那个哎，他只有生产技能的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新枪我怎么办？就刚刚那只王是给技能的。啊，枪的话要靠地图捡，或者是一样是打 boss 可能会掉。要他的材料才能做。哎、哦欸，你有带他去捡那把枪了吗？还没啊，想说都要带他去。我们不是好看一下啊。没带他好了、哦。他也可以买蛮多枪的耶。对啊，他蛮多是一代就有的东西。哦，酷酷酷！我看一下，伤害高的。有枪很猛哎。好，我先换这把好了。嗯，好，陌生人，随时保持子弹上膛。我看一下啊，所以我的技能是不是也要换成新枪？如果换枪的话，不然你那个技能不会累积到、嗯。哦，可以透露稍微遇到的东西吗？哦，我这边可以啊。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、哦，可以的，是不是？好。嗯。干嘛突然在我面前蹲下？变态！哦，我有什么样的酷酷的想法？我只是想要说小画面而已。啊哈，那跟我讲话这样子，恶心。他讨厌我。来了来了，我换好换好枪了。好，那来番茄带路。干啥？来，那个你走这。见一见你来了，什么特殊枪之类的吗？哦，对，因为一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有新手的福利枪。哦，有什么能帮你的？这个。哦，这个。这个那时候福，那个那时候谁福特还是谁给你的东西？他其实那个上面会有个一串数字。那是多少？别跟你讲哈，0415。哦哦，零四一五，好的。对，等一下，零四，感谢一五 ，F 还是安全？好好好，那陈米顺便看啊。阿妹妹有在吗？好，那不然到时候你带他走啊。来，好好好，那米米要玩吗？米米也要玩啊，玩爆！耶、yeah, ，玩爆！对，嗯，我们就可以交替的玩。对，我们可以交替玩。因为不一定说我们谁有空，对，对啊。我们刚才讲说那个有一个神奇的那个宝箱，有新手武器可以拿，到时候带你来拿。来了，嗯，特别远，我那时候在逛地图的时候，那个特别远，要么是打完主线会回来这边，要么是新手福利的地方。我在想，啊、哦，对吧、啊？这个门，哦，酷。所以有很多把武器可以用，一把。一代的话是有装备加武器，就是整个新手大礼包给你。哦。然后下面那个下面还有一把枪，那应该就是主线过后的啦。这个应该是。哦，现在拿不到。对啊，抱着。好的，等我看一下，我换一下那把武器。我现在就拿这把、啊。小枪哦。小冲锋枪。哦，抽枪小枪。那有个小丑会玩牌，记一下长角的面具卡牌跟。那个不是我们刚刚遇到那个吗？不不不，丢人头的。我们刚刚是都丢人头，他现在说卡牌。哦。真的有个小丑会玩牌，记一下位置，长角的面具卡牌跟紫色的卡牌。酷欸、面具长角二卡牌，好，谢谢。干嘛、啊？干嘛？刚射我很爽，打架了，打架了。我看到你很凶，往我这边走过来，我就想说有怪物。我就这样子啊，不开不对啊，开枪慢慢走过去啊。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帅呀！你换枪了、哦？对啊，这把最高伤害可以到1000呢。终于换了是不是？你终于换了是不是？想换了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是。Oh man！ 只不过都单发的而已。嗯。
好，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装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戒指哦。好的，我换一下戒指。嗯。嗯，等一下，好像听，这是我角色的声音，对吧？对啊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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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可以显示头盔，不显示头盔啊？哎，这是有什么血？笑死！哎、哦，这有什么东西啊？高级准星，别人带我不然捡到的，想说跟进度就不拿出来玩。帅耶！哦，用到用到，没有是有人在故意丢你的东西。哦，没有，他用到龙星啦。对，为什么龙星会爆炸？你用错了。哎，好的。为什么身上有一根这个？男生身上有一根很正常吧？这样子啊？你可以拥有第二根，你要吗？啊，怎么会有这一根东西啊？你不要动。好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哇，中了！哎，这伤害好像也蛮高的耶。这长矛要后面，好像后面一点才拿到啊。帅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继续去破吗？可以啊。当然。好，走，怎么破？一样就是，他有一个好像返回到上一个存档点吧。好，另一名玩家正在水晶处等待，看一下。啊，有，哦，摸水晶就是传送啦，丢回来吸回来啊，不是，这丢出去就不会回来，但是你会从你的神奇包包里面拿出下一把。哦，它是近战武器。酷，那我们要按哪一个？上次访问的、那個、返回，对，有，是。酷哎、欸！有了。什么？因为最后返回那个宫殿。对啊。哦、所以最终还是要把这宫殿破完。就只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地方还没逛而已啊。好，反正该拿的东西都拿了嘛。我不确定哎、欸，我忘了里面有酷东西。哦，找找看。是他吗？是他吗？哎、欸，是他哎、欸。啊，刚刚观众是说长角的面具卡牌跟紫色卡牌。嗯，在哪里？哦，来看。机位置，机位置，抓机位置。这干嘛？洗牌了。啊，面具，羊角的面具。嗯？现在干嘛？我刚刚没看到、欸，哎，白痴哦、喔。对，我也没看到。我要在这面啊，这里。面具在这里。不是，都是面具，它是一个长角的。啊？这样怎么猜？哎、欸，那个不好意思，你这边、啊、完了，应该在上面吗？可以出去再回来吗？哥，再看一次。可以出去再回来吗？哥哥，刚没看到好。可以，想要再表演一次。我按一下它就自动那个快速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点门了吗？没有，我是点那个人。刚点了 BC。哦，再一次是不是吗？哦，再一次吗？后面吗？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我们进来了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我们进来了啊，宝箱了哎、欸，是哦，哦，啊，空的被骗了，啊，上面有怪物，有了，哦，开锁还要战斗一下、哦，
学妹没有。来了。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来，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这个牌到底是哪一张？我记一下，记一下。看一下牌，看左。装脚的，就是中间那个吧？中间那个吧？对对对，那个黑脚的那个嘛。好，来吧。好，记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干嘛？按一下一。有了，有了。哪一张？哪一张？屁啦！好，有有有有有有。哪一张？哪一张？没看到啊！不见了。没有啊，我看好像这张吧，在我脚踩这一张。哦、oh, 对对对对，好，这个这张嘛，这张对。我知道哪样，最后这张，这张，走，没错，这看有点晕，超难。后面有晃是光掉了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等一下看一下。没有晃。哦、oh, 他长得比较帅，这个比较帅。对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哦，有了啦，碎片任务物品。哎，对，我们的不是有捡到一张脸吗？那个脸要放外面的啊。还没放吗？还没啊。怎么办？哎，你们会晕吗？不会啊，我不会啊。你的话我不会晕你啊。啊，不是我晕我。哎、啊，你的话，我也不太会，不太会。我看到了，因为可能他的画面比较广角。哎、欸，我不会、欸，大家还会洗牌没差啊？我看看，这现在还可以，还可以点吗？可以再来吗？不行了、欸，没有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对啊，那我们需要继续走下去。还开始你的魔法笔的小丑表演的时候，哦哦，有有有，我们刚有用，有拍过手了。这边有一条路，看得很痛苦，哦，太广角了。那为什么你会广角啊？我不知道你们看我的画面，你们会觉得广角吗？我一开始看不会啊。我看一下，赤脚，停，这让我等我一下。没事。我稍微调整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嗯，等我一下啊，我你画面有够亮。啊，对，我把画面，对。调的比较亮一些，我看一下啊。这好像不是比较吗？这样看看。哦，这样近很多了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稍微改一下，大概9.9，这样差不多，这样没那么广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二楼。来。好像是我开着 VP 的关系，我觉得有点钝。哎、欸，下面那么多，抱歉啦。来，我看。敌人冲过来了，好痛！搞定。搞定。嗯，还有敌人吗？二楼。是啊。猛啊！来了，要走上去吗？嗯。看看上面有没有探过啊？好。哦，看不到。上去看看。哦。你知道走下去会怎样吗？啊，应该不会怎么样，他好像不会让我们下去的，不会压在下面。推点，过重了是吗？要推点。嗯，你出来一点，出来一点。好了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太胖了。等下次遇到，好，谢谢。啊，总要遇到才知道，谢谢。嗯，这里。都逛过了。嗯，那要走哪里？迷路时间。还要放面具是吗？对，没错，迷路时间。你现在有一个叫神似的东西耶，是这个东西吗？然后拉这个吗？有了吗？
哎呦啦，有拉吗？啊，没有拉哎，不知道啊，这边还有一个面具要放了，啊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吗？要放哦，啊，对，有放了，可以拉，可以有了，控制杆可以按了，来了，大宝藏，哦，好玩好玩，酷哎，欸，对，大家都在疯狂送礼物，感谢礼物。我在想，我需要把我的 VV 先拿掉，不然我发现好像我卡卡的。我拿掉好吗？对，我其实也在想说要拿掉，好卡。你会卡吗？哎，对，我也会耶。微卡，因为皮斯太凶了，而且那个丢的那个啊，丢的插件也很凶。嗯，对，真的。我丢丢看，我不是我光光我拿掉好了，我拿掉了。抱歉了各位，跟可爱的嘉宾人说拜拜。这款游戏不能还吃太凶。吃太凶了，真的啊！顺，真的吗？我顺超多的啦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。哎，我也顺，我也顺了，我也觉得顺了。哎，有六十帧的感觉，刚才跟的是有点好像是有一种，好像只有30P 而已。没错，用 Switch 在玩。哎，现在超顺。对，我们现在干嘛？看一下哦。哎，后面有惊叹号哎。那我们需要去惊叹号。对啊。那怎么？哦，门上面有黄色菱形，是已探索完了。哦哦，出门要去这个惊叹号这个门这里。对对对。嗯。哎，欸，这不是盖那个门吗？不是。没有，这我们刚开的啊。嗯？啊，你有进去吗？我没有进去啊。啊，对啦，刚才在测试那个啦。对啊。对对对。优化没做好，对。看电脑要再更强一点。对，我觉得不是优化没做好，是我们电脑要更强。嗯，合理吧？对啊，这边没来过啊。哦，我没有来过。等一下，我会装什么技能？顺好多哦。我电脑可能不行，就不要开 V 的话，可能就还好。对啊。或者是这个。哎，欸，对，可是我刚才看你是开那个小姜饼人，欸，是同样的啊，一样啊。好，那他一样是 V 啊，对吧，啊？ V V B T S 的，啊。我们现在是 P N G Vtuber， 对，跳跳 Vtuber， 对，我还没有用跳跳。少有人能得我接见，感受天伦。你不是匪族，也不像德兰族那么阴郁。对，以我之见，你是异族。这看起来很强哎，欸。外来者，我要说什么？你是谁？我是来送你。啊，没有了，就这样子，太凶了吧？啊，跟你讲啊，这种游戏就是你不同选项会获得不同的故事。送他上路啊，拿他铠甲。对，送他上路。安妮安安，拿他铠甲。反正我们有那么多狗狗，咬他。你怎么可以叫我们家的狗狗去先去咬呢？明明就是这个坦克先去啊！啊，不是我坦克是，哎，你说负责指挥啊，不用看我面子，射他，射他，对，给他好看，不要啦，单挑吧，哦，单挑，没有他的队友，什么单挑？什么单挑？谁单挑？不是我说，我们三个跟他单挑，不用怕他哦，又打我，不用怕他，尽管冲过去揍他，跟他那个。打后面那个，打后面那个，打后面那个。对，他后面那个东西，那东西有炸。哎呦！哦，那好痛哦，有够痛啦！那什么鬼？怎么你还被召见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闪着，闪闪闪！好痛，他很凶哎，欸，不要走啊！哦，我还是走好了，不要走啊！太痛了啦，太痛了，喂，太可怕了！太多了吧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哦，你可以去光速，那光速会把我们射死。快打掉，快打掉！来送子弹的，啊，子弹子弹来送子弹，来送子弹的，快打！
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过来！看起来不是打的吧？要跑吧？哦，这感觉他会有什么超级大招？啊，这感觉有点强。哎，整个地图都被他拿起来攻击耶！不必言谢。哦，哦，还好还好，没有魏巍伤害很高，很高、啊。哪里把大剑哎？哦，太痛太痛太痛！哦，好多，打不完。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你在哪？你在哪？看不到你。没事没事，我去去补。还有一颗是不是？来人，帮帮我！哦，哦，好凶哦！阿妹没得，救命救命！没得防御。可以补可以补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哪里哪里？地上地上去找绿绿的那个那颗球那颗球，啊！找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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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凶哎、欸！哦，可以可以，又抵抗了啦！抵抗是什么意思啊？打不了他？无敌吗？打不了他，打不了他。哎、哦，无敌的、哦。作弊啊！刀又下来了，刀又下来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凶哎、欸！可是他那个伤害我觉得还好，对我来说还好。哦，你我补了你几次，你还好？对，我也说刚刚还好，刚刚还好。哦，对他打我痛的是其他东西。来了啊、哦！出现，出现，出现！不见了。补到狗身上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他那个啊，不对，他人嘞，他就不见，然后这样子。他说单挑啊，这些球单挑你们三个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哦，完了完了，哇！来来来，当副当副当副，啊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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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会帮我副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根本看不到他在哪里耶！来来来来来，嗯，又消失了。那先帮我补一下，来了。还要有补血，帅！哦，哦，终于，终于！奇怪物体，这个怎么看都是一把枪啊！二七，哎，太强了吧？哎，有点凶哎，有点凶！这啥游戏？这个是那个一击二，看它的主人就知道了呀。哎呦，够难哎！奇怪物体可以配吗？啊，就任务道具啊。我看看。哦，那任务道具。嗯。哦。口袋已经满了。所以现在再去哪里？嗯，走回去了吧？啊，前面能走吗？前面不能走啊。怎么可能这是一个门？啊，不是艾尔登。艾尔登拿枪就太强了。对啊。不灭之王的枪很好用哎。你看地上的倒影跟头上不一样哦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地上有那个，对啊，他还活着，酷酷酷，哇，怎么受到攻击了？我想对，打到我了，吓到了，我想打地板，就我看到一滩血喷出来，哎、这是、哦、这是箱子吗？就这里吗？来来。你这样刷一场等于大概一两小时，对不对？酷，好漂亮，对。
如果你我们一开始走剧情一定是刷比较久啦，像那些只是为了要刷装备的，看到哦这张地图不是撤，这张地图不是撤这样子，哦就快速刷了。对啊，好了，好像我们都打完了，好像啦，爸妈爸这样吗？然后再回哎、欸，下面红红的哎、欸，还是什么？要不要再探索一下、啊？走的右转下去。还是有红红的啊！哦，有我看到有个红红的，啊、在楼下要坐电梯。好，走。要不要先摸啊？还是不用？弹药都够的话，嗯，弹药目前是够、欸。你们容器没了、啊，有人容器没了、欸。容器倒是没有，我容器没了。好的，可以摸一下。可以。哦。主公们，拜。没有哦，刚刚的门前的手把再转一次，那边还能再进一次，再拉一次手把，走回去。再回去吗？对对，观众说可以再拉一次手把。哦，还可以这样子，而且它这个电梯是旋转哎，地图整个都在转。对，这个特别晕哎。哦，真的，就这个会晕。干嘛？按到没了，该摸吧。这个吗？这个手吧，再转一次。哦，这个转向了。我们在下面哦。啊啊！哦，直接进入哎。怎么了？被强迫了。强制进入。我怎么感觉这个有点既视感？这个状况。哦，这到哪里啊？邪恶宫殿。哎、欸，回来了哎、欸。哦，这边是我刚的地方啊。哦，对，这边都探索过了。真的耶。哦。真的哎。那边是我们要去哪里？再转是吗？哦，有得到一个东西。没有，不能开。这边的门应该都是不能开的，看看。对，人走了。嗯，等于把它再转回去是吗？哦，哎，这个转这个对对对对对对，啊、哦，你转转看。好。嗯，坏了！啊，有，再按这里。感谢美貌出团黑，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一黑一亮啊，它应该就是太阳跟月亮吧。哦，有了，到这里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你转这个之后，我们是不是要进那个门才对啊？哎、欸，等，先摸那个，我们先摸一下水晶啊，先补一下那个我们的东西。对，什么我们的荣幸是你的荣幸，你的荣幸。我说我的，那我说我的啊。好，你误会我，又不是第一次。来，哎，嗯，怎么了？去哪里啊？我们刚摸荣幸是不是发生奇怪的事啊？对啊，不是荣幸的，我们摸这个是。哦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迷宫，新地图哎。啊，我的荣幸呢？酷，哎，酷，感谢追水。对你的荣幸，谁？我的荣幸呢？不用荣幸了，我们直接破。哎，这是哪里啊？真是没迷宫，什么意思啊？一代的话，这边是类似就是啊，这边可以去各个世界。好的，克莱门提。就比如说要从这边去下一张地图要走的，然后这边有东西开了耶，就走啊。哦，帅，这也太科幻了吧！酷哎，你要干嘛？我、哦、真的是哦，有东西看，对不起，直接打碎了，我怕射碎，让它亮亮的不理我们，射一下，真的开了耶，对啊，这设定挺有意思的，很瞎趴，好帅耶，这个设计也太酷了吧，哦，又有存档点了，有存档点。来，我的荣幸，会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武器，像这一把、啊。
被吓趴，对啊。哎呀。嗯，看起来真的不错玩，真的。关闭，有了。这边好像是不是可以上面可以走？我想先走看上面。哦，感觉会有藏一些什么道具之类的。对啊。电枪啊，我也想要电枪。电枪是什么？不用瞄准的枪。这边好像没有怪物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有有。坚持就是胜利。啊，这石头太硬了吧！有了。哦，什么东西？突然一个大震动。哦，你说他胖？哦，我不知道。啊，突然这个超级大震动。什么东西？这边什么？没有什么东西。那边好像有东西可以。哦、有装备。哎呦。这边什么？酷。这好像是要用特定的物品把它打开。我捡了哦。好。欸，东西耶，我看一下啊，奇怪的物都不行。帅。欸，这边好像有地方可以蹲下去的。蹲的哦。哦，这里这里这里。猛欸。哦呦，可其实也没有，就有一些怪物而已。什么都没有，应该可以往下走吧。有有，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还可以再往下。哦，这撞还会蛮痛的，啊，就不能跟他硬打，他有点凶。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没有。这个有直直的。哦，那个是装备吗？对，那是装备。神装，能量项链。很像。酷。哎，不怪。这边还有路吗？后面有怪。啊，没有哦。这件事就没路了。能量项链是什么？哦，没什么用。口袋都装满了。这游戏有体力值或魔力值吗？有体力值，有体力值的。嗯。要特殊装哎。可都没有一些酷酷的武器。嗯。哦，等一下，这里没有路。这边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触发才会有，现在没有。如果狗狗挂了会再生就没，还是就没了？会再生吗？哦，再生。嗯。哦，酷。还有类似沙威盒的东西。哦，我知道，三维盒就是那个原物料。对，对，狗狗也有，这感觉不错。哦，我需要一直下去。看我楼下，楼下哦，有怪物。有王的声音吗？是什么？这个吧。哦，这也太上面了吧！这样怎么打？我看到。有人摔死了。怎么会摔死？有人不看地板吗？小心！
怎么有人摔死人呢？好奇怪哟、哦！摔死了。然后他躲在后面，我从旁边绕过去，然后旁边破了一个洞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有路可以跳下去。怪哟、哦！你不先救他出来吗？嗯？什么？不是摔死就会直接复活吗？不会。没有没有啊，我们要去，我要去水晶的地方把他拉起来。哦，那个怎么做？找水晶啊，我这里吧。找水晶。找那个存档点的水晶或萤火。啊！突然就掰了，对。哦，原来可以这样。这叫我们走路的时候要看路啊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人笨死了？有了啊，就这里有了，这里有了水晶。然后番茄会被扔出来哦。哦。哦，有哎、欸，突然就出来了，被贴到。可以离开哦！啊，怪都生出来了，要重打了。然后这里好有经验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新的路吗？放东西吧，是吗？哦，可以放东西，也可以放什么？不能，什么都不能放。什么？然后这边有走过吗？没有，有些地方没有走过。哦，有怪物，怪物了。没地方装吧，不能过去。嗯，我们这边五哦，装备，帅，加密戒指，就一个戒指而已，不用改装配件后三十。我看一下啊，回血。哦，我怎么没看到加密戒指在哪里啊？紫紫的，看到。哦，三十秒内回复最大生命值。那迷宫复杂有一点，以前就只是个路给你走而已，不是迷宫。哎，啊、哦，麻烦。他现在有一种各种探索的感觉。那边有一条，哎、欸，红红的那个是吗？哪个红红的？我看到地图这边啊，就我这条路。这条路刚不是走过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是说另外一个红红的，一个像萤火的。再过去还可以。哦、，OK 啊，走哪里啊？这里，这里。有怪物了，有怪物了。这不是我们第一个走的地方吗？啊，对。他那边还有红红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啊，按到我五血了。狗头嘲讽，死了。哎呦呦，我忘记了。那我看一下啊，啊，应该是不是在这里耶？要走下面啊。对，下面。那个门要打开，开不了。哦，没办法。对，这样是不是就下不去了？对，把关。不能跳下去吗？你试试看啊，跟番茄一样。啊，可能会死掉，啊，对啦，他那边是那个啦，要过去的，哎，所以这边不行。我看啊，那这一层好像就探过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一层我后面有一条路，哎，后面有一条路红色的，还没有探过。你在哪？我看一下啊，跳下去那个吗？等一下，我再看。在。对啊，你那边就是门打不开的那条红色的。哦。玩的怎么办？需要怎么办？解谜咯。看一下。哎，对啊，真的呀。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路可以？哎。后面。的位置。哦，怎么有那个？又是那个啊！刚番茄死掉这里啊！好的，
嗯，在哪里？在后面。哦，看到，看到。要打他不太痛。要打、哦，他爆开那核。哦，爆开之后那个就痛了。背包满了。原来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。红色的路。哦，痛痛痛痛！有了，哦，新地方了，哦，帅耶！然后又有装备了，啊？蜜什么？蜜龟戒指。纯这个闺蜜戒指，闺蜜戒指，闺蜜戒指，变成改装能量了，那个回生命回复变成改装能量。哦，哦，这边好多。哦，感觉狙击枪在这里就很好用。可是这边说实在的，他们很硬。要打黄色的地方啊，发亮的地方啊。这就很考验我的狙击能力耶。哦，天啊！简单啊，偷正仔回来玩夺命女。我不要。猛哎、欸！猛哎、欸！听到没有？ Okay. 猛哎、欸！对啊，强。快夸他。夸他，不行，夸我，就会歪的，又抖，太厉害了。这边有地方，有一个门的样子。哦，可是它亮亮的。哦哦，可以放东西，没有东西可以放。这个就跟刚刚那扇门一样啊，刚刚那边有这扇门，就是要放东西。这什么东西？太大了吧，迷宫那么大。地图比想象中的大蛮多的。我生锈枪吗？你说这把、喔？对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另外一边好像有东西。我到现在都还没升级枪哎、欸。哦，这边有东西。走哪边是比较对的？反正都走走看嘛。哦，怪物。等等，来，我看你打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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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？打什么？怎么会打我这么痛？要东西往后走，还有东西。有了，有东西吗？他们说还有东西耶。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有东西。不是你那边呐，你这边往前走啦。好，好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紫紫的是不是？有吗？哦，有了。你拿的吗？这是我捡的，对啊。哦，对啊，就那个紫紫的。哦，因为你是在这里的哦。对啊，我刚刚看，也是看到这个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好像有一个人会打我，四分之三血。哎，我想说，奇怪，前面是谁补一下？哦，都补错人。哎，我看到东西了，哦，这是石头，没事。你跳啊？不要。可能会出事。自信点，把可能去掉。一定会出事。没错。好的。我比我家狗还不如，我家狗都不知道，都知道不要跳下去。对，想都不想就跳下去了。啊、哦，这边有个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个传送门，也太极端了吧？嗯，哎、欸，这边是一个大迷宫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、哦！小迪快不行了，小迪快不行了吗？小迪要送下手杀了吗？不会，我很好。然后把小迪打。回打断啊！不要，哎，感谢毛太郎的说团，先休息。好的。
好的，毛爷爷晚安。糟糕，中招了，中招了，被偷袭。嗯，哪里啊？哦，有有。哦，感谢补血。这边传送门。有了。哎呦，我这样打出。哦，门开了哎、欸！嗯，酷哎、欸！有了有了啊！嗯，要走回来？应该就是这里了，小弟回来。啊！对，我要闯这个。好、啊。分页再次合并之术，通通都聚到这边了。哇！帅、哦、耶！特别哦。哦，啊，这蛮酷的。看天花板那道门就是这样子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会打王了吗？对，卡比兽睡觉了，等我下哦。打王了吗？还没，只是让我们存档而已。哦，应该是啦。就是一个新的地方啊。欸、你还没射过对不对？让你射右边那个。哪一个？后面你那个亮亮的是他。哎，我先用散弹枪，等我一下。后面一大堆亮亮的哦。啊就，这么多怪物。你总要提醒他啦，他就讲谁啦？对。坚持就是胜利。但是还是有被撞到。你不提醒他就讲了、啊。来来来，哦，门又开了而已，没有，先走过啦，先走过了。你要提醒，你要去惹人家，我把门关起来。啊啊、这边吗？这边走过了啊！对不起，刚要跑，现在走哪里？这里吗？另外一边倒是没都没走过，可以先去看另外一边。好好好，走。你一直去惹人家生气耶、欸？对，各种引怪。没有，没有东西。没有、啊。没有东西吗？没。好像有地方可以跳下去，对不对？番茄跳下去。我真的可以。好像跑酷。那应该可以跳，那应该可以跳。哦有喂、欸欸、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，我跳我跳、哎、对，原来真的可以，什么意思？啊，原来这样，没有，我本来就想好我是可以跳的，真的可以耶、欸啊、这边也是可以跳，你跳没有，就真的、啊、你跳他会撑住，真的，你看你看，我就说嘛，是不是有啦有啦有啦，僵尸快僵尸啊，快点，卡住了啦，你们哎、欸、你们怎么两个了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，你有两个，哎、欸，我们现在附身在你身上了，附身在你身上了，加油！你还走成那边吗？哎、欸，有东西、欸，去捡。来，我先去捡，先去捡。哎、欸，这样你们会不会得不到？会得到，会得到。好好好，好哎、欸，喝水了，加油！我想都不想啊！对啊，一个人打王吗？加油！对对对，开玩笑吗？一个人打王？没有，认真认真，单挑单挑，他们三个挑，他们三个打你一个。嗯嗯哦。你看，你已经打他们二十分之一了。哦，太痛了吧！这个伤害，天哪，把我震到死了。你有龙性可以用啊？快用用用用用！一，天哪，我现在跑不掉。一，先，你想先捡是不是？对，先捡先捡。不管了不管了。哦，捡到了捡到了，迷宫法杖，我可以死了。你跳，你再过来我就插去。往下跳，往下跳，快！啊，不要啦，我不要，快不要这样死。哎，好，那你加油。闪躲闪躲，嗯，我一定可以打赢他。我是很相信你啊、欸、你哦，他一定可以打赢你、哦、平行时空的你已经打赢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哦，天哪，太痛了吧！平行时空的大敌打赢了啊！你这复活了，哎、欸，真的是你的技能。对啦、哦，你十分钟复活一次啦，这样不要过来了啦！哎、欸，太强了啦！怎么那么强？来了。根本就哇，狗狗复活你了，再起来羞辱一次，哦哦再死一次。哇，我这样多好棒哦，好强哦，你很猛哎、欸。不过它的范围也太大了，真的哎、欸。
我有没有地方可以逃吗？有有有，跳下去就好了。跳下去好了。跳下去你就醒来了，队友就在你旁边了。啊！不要不要不要啊！哎、欸，死掉了啦！太强了啦，这只。反正东西我们有拿到就好，嗯、对不对？再打、啊，打他可能会掉东西啊。打对啊，有素材。对啊，他那个法杖我们是可以配。对。对不对？直接可以拿了、哦。对啊，可以配啊。对啊，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超强法杖。这个可以救他吧？哇！哦，这个强，这个强，直接嗯，哎，然后我就开始打起来了，我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哦一下，你好。我觉得他的比我们强哎。啊，这样我先、欸，我还是换回来好。哪边？好像不是这哎、欸，是这吗？是这，是这，左边，左边。哦，好好。有点猛哎、欸。地啊、哦！哇，很凶哦，好痛！这不打他不怎么痛，要打那个亮亮的地方。哦，他们弱点已经让你看了。还有这样的区分，来来，来这里吗？对，跳下去，跳。好，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。不用害怕，血扣好多，不用害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扣那么多血？等等等等，为什么你们扣那么多？不知道、欸，刚刚跳下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动力加速度吧？嗯，有可能。好、啊，走吧。对啊，跳啊！没有，直接直接跳，不要担心。你先表演一下，我刚其实没看到。我也没看到。啊，对啊，我也没看到。大概就来喽，来，我准备要跳了。等一下。嘿，等一下，那个东西呢？东西呢？哎，不是那个东西。啊、我看到这边有叉叉，然后我笑。啊，有了，然后就现在，趁现在。啊！我差点掉下来。来来来，明明就还没有变。啊，对，他那个等很久才出来。来来，他呢？他在哪里？出来了，啊、哦！出来了，出来！我可以在上面射吗？可以哎、欸，他会瞬移啊！对，他会瞬移。这次会瞬移的，跟刚不一样。怎么会不同只？怎么不一样？我觉得这只比较合三一点点。对，我觉得盖那只比较强，那只范围有够大的。可是、哦、瞬移到，可是他这只会吸血啊！哦，真的、哦。吸取摄取哎、欸，应该啦，我不知道，我瞎掰的啊、欸！你要下去了，你要被打下去了。不，没事没事。啊，对不对？平行时空的小迪，啊才不会，赢了赢了！复仇女神的什么东西啊？那个这是龙心的东西，没有，这是龙心的东西吧？龙心呢？欸、不是哎、欸，物品，复仇女神。哇！顺应打答应了，有没有可能用那个杖？电他看，丢他看看，搞不好有说什么最后一下，因为有个东西是要用一把特殊的东西打最后一下，可以拿到的东西。哦、这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法杖其实有点难用哎。对，这个好像没有，我以为是可以射光速还是什么的。哦，复仇女神是那个啦。往下走吗？下面有路吗？有啊。哦，有。生命值低于50%时，近战伤害提高20%，你应该中这个吧？哦，你说哪一个？复仇女神啊，她是装在武器上面的。哦，武器上的、哦。对。然后看。嗯。我刚刚直接吸到那个了啦，吸到那个迷宫法杖上。啊、哦、有，我有。有。有了。哇，那么多、哦。那还不错哎、欸。又回来了，这里。应该是不用存吧，好像没。花多少子弹？现在要去哪里？直走了。好，进这个门吗？应该是，等一下哦，等繁星。哦，开始走。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？嗯，你人在哪里？你们先走啊，不用理我啊。啊，走吧。好。哦，你们在哪里？哦。你们在哪里？等一下啦，太闹！去复活点帮我复活一下。你知道吗？他刚刚直接把我传送到坠落那个
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是正常的吗？我觉得不正常。你在哪里？你刚刚怎么死的？没有发现，你过来看。啊、好好好，我们刚才就走进去这里面。嗯，然后他刚才就怪怪的，你试看。哦，是有什么东西要按？哦，这样子哦。我不晓得，有吗？嗯。哦，我懂了。啊！你们都死了对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我没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这个画面会转，他这个我先把你复活。好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等下我跟你讲，你就知道了。他这个应该算是有很多地方的时空转移那种感觉。嗯，好吧，那我是不是要死？好吧。哎、欸，对。我不死，我要喝水。咕噜咕噜咕噜。好的。再重新用。没有，我解释一下，我刚刚笑那么开心，是因为我安全了，我没有死。因为对啊，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？他那个平台为什么可以安全？没有，他那个平台就跟刚刚那个你一直跳不跳那个一样，他好像大概只有三四秒、哦，过去的时候刚好快消失了，我马上跳。没有没有，你看那个画面，我知道啊，画面一直在转，我知道啊。哦，哎，快这个，哎，这个是别，你看那个平台，那个平台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。对啊，可是现在消失了，换另外一个平台了，这样子。哦，那这个刚才就是那个出事的那个，对，这是我出事的那一个啊。哦，还有这样的设计哦，这应该可以吧？这个，刚一走，等下要爆掉了。哦，撑住了，上来了。啊，真的会这样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，这也太难了吧？那你怎么会在那里？你管很多、哦。欸、打王了、欸，这边居然还可以去哦！打王，来吧，要存吗？好，存来，来，它这个设计很特别，等下是不是可以点什么能力值之类的？点，但是有提示我，特性都没点吗？哦、你那个啊，我都没有点，你特性可以点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点特性啊？那你等我一下，可以点特性，闪避值。闪避值是要干嘛的？嗯，闪避值可以干嘛？高价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算了，我就这样点。提交学到。为什么活力满？好的，你们进去了吗？还没。好像你的主技能好像会把一个技能拉到满吧？嗯。哦。像我的主，像我有一技能是被拉满，那个叫亲朋好友。哦，那小迪应该有一个主技能是被拉满的。哦，我看一下，特性那个吗？嗯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啊，什么强壮背脊、闪避值，那我不知道干嘛的。你都没有，你的耐力没点吧？你的耐力有点吗？我看一下啊。应该是没有点过你的耐力吗？耐力没有点，耐力。那你耐力有耐力有提升一点点。啊、嗯。好，那我们打王吗？嗯，好，加油，走吧，来吧。他不进来的意思吗？哎，不是要进来打啊！我，人家是女生，那我也要出去。啊、出去啊！敌人在哪里？地上啊！看到，我觉得我的枪有点弱，那回去强化啊。杀的痛快吧！就是你，跑掉了。看到了，他又跑，好帅，帅，这样就结束了？当然不可能啊！啊，更大的来了，啊，大家伙，啊，来，在哪里？让我看看，嗯，找看看附近，找看看附近，应该还有。哦，有怪物出来了，怪物出来。嗯，怪物跑过去了，好，终于找你们了。哦，有只从后面走过来。在上面哦，都在你们上面。留了。过来补。
番茄过来补。来了来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一定还有。有听到了。有下面。哦，他那个眼睛一打就爆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打他眼睛。没有亮亮的地方。亮亮，对。轻松。来吧。跳灯闯了吗？哎，后面这里有东西耶。有东西吗？我去拿。来，哎呦，大打字打字！原地震动，上去，上去找你们了。哦，什么东西好痛？什么又飞出来了？哦，他真要变颗大球了。他越包越密，是要爆炸？躲在柱子后好了。奶头姐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哦，结束，结束。特性真正服，祖传送门钥匙。我到刚刚那个橘橘的，我说哎、欸，后面有东西耶、哦。你说你要去哪？我想说你拿去哪里？没看到、哦，没有看到。没事，没事。不见了。政府是加什么？我看一下。这边还有路吗？没有了、欸，好像没啊。群伤范围效果，这小弟好像也蛮需要的。群伤。哦，群伤、嗯。他那个地震的那一个。对啊，地震招可能会用到。看看、啊、这里还有什么地方？那边不知道还有没有路，好像没有。没了哎、欸。你可以选择回去强化你的武器。好，我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吗？嗯，好，回城。它这是很多各种迷宫哎、欸。这个图啦，不对、哦，很多地图很像迷宫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我们上次自己探索那张地图就是没那么复杂、啊，所以觉得很奇怪啊！一进到小迪这边，哎、欸，怎么跟你那天不一样？差很多，不同游戏体验。哦，对对，我有新的枪，有枪可以那个、欸，有枪可以做哎、欸。有欸、对，王之心就是刚刚那只谎言。我看有。哦，谎言，对，我也是谎言。就你新枪就来做做看。有了。快走吧，旅者，我忙得很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提枪。它是资本哎。哦，镭射枪。要蓄力的哎。那感觉蛮猛的、啊。很猛就感觉还好，它还要蓄力。哦，然后他的技能是锁住的，对，他是就是这个技能的，所以你拿这把枪不能拿你要的技能这样，嗯，那我全都不拿，我觉得蛮猛的、啊，换弹速度还好，也没特别快，然后一次打两发哎、欸，哦，这两发打的、欸，哦。我去雪晶这边等你们，我去问一下工作的事，马上回来。好好好。看一下。我还是来强化装备好了，我到现在都没强化、哦。啊，可能对，好像真的要强化一下比较好。对啊。巨剑啊，可是想要有没有更帅的武器？看一下。
我那把巨剑，你能不能把它弄得更帅？改一下，哦，武器有一些酷的呀，利爪、手斧。伤害都没有我现在的武器高。奖牌。哦，奖牌是第二技能，第二职业的东西。哦，那我现在应该用不到对不对？等到你，按你啊。反正你早晚会用到的，也可以先买。好，然后去找找那个巨剑，找那个给你职业的那个 NPC 就好了。你要找什么？哦，华莱士吧，叫啥的？来，试一下，强化我的剑好了。我可以强化到伤害变很高哎。啊，但是就是缺材料啊，这些废铁、废料都要狂捡猛捡。你不需要，你用不到的武器还可以降级，所以我就觉得。啊，他会扣钱吗？钱会返回吗？那我没注意，我去看看。哦，那个流星锤酷哎、欸！这就是捕尸的一开始的武器。哦。然后捕尸一开始武器是机枪，我一直很问号。对啊，那么凶哦。很凶的捕尸，他会获得910的废料、30的铁跟8个铸铁。那你再冲上去看要多少？好，看是不是900块啊？然后一样的，这600废料三暴那600废料跟30铁暴记一下。好。可以购买，我觉得有亏、欸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是全部亏归、哦、到零哦。他降级只能归到零呢、啊？哈，直接零哦。啊你，你亏多少？现在多少？60废铁还是多少？刚刚光是提升一次就要300废铁，然后刚刚又提升一次就是300，基本上提高两级你就已经亏本亏很多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材料好好好材料也有不划算。那如果说你真的不需要那把枪，是可以降级的。哦，也是啦。好的。嗯。哦，复仇女神这还可以升上去耶。有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再打吗？还是你们要几点要休息？我看你啊，我都 OK 啊。我12:30左右。好，那我们再可以再刷一个地图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欢迎你。反正抓不完就只是中途离开，记录还会在啊。啊哦，那就还好。希望。哎，回去，哎。嗯。嗯。我好像都没有刷到什么装备类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就是那个、你手上那是法杖啊。除了法杖，我说那个衣服吗？遇到蔡丁丁安安。嗯。啊，我跟繁星那时候自由探索的时候拿到一套衣服。哦。那套衣服比基本装还要烂。对。可能没有发现说它多好啦，就只是蛮、哦、防御也低。我们要去哪里啊？现在有哪边可以选、啊？有迷宫跟洛斯曼，那就洛斯曼跟那个。哎、欸，还有上一次的那个废墟竞技场，可洛斯曼目前没有惊叹号。迷宫跟上一次的废墟竞技场有那个、欸。对啊，我上次找的那张地图也有惊叹号哎、欸，那是主线之一哎、欸。嗯。那我看到还有一个那个哎、欸，那个什么可以生存战役对不对？创造新的冒险模式，对，冒险模式就是进去刷爽的，它不影响主线。哦，哦，了解。进去爽打也可以这样子刷。那战役呢？
刷仗义是什么？战役好像就是一条命打到底吧。哦，就像我现在这样正在使用中的战役。嗯，知道欸，因为以前一代有一个模式是你就是新创一支新的角色，从零开始。嗯，然后装备都是随机给的，然后就撑到最后一波。哦，那么是个冒险模式好了。好啊，用个什么？嗯，老手。啊，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们刚应该都是幸存者，我们现在来个老手。好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谁死谁就来来。好的。就好，没事，波比跳而已。啊，是吗？来吧，老手。好了。要把路诺。嗯，哦，有人跑，有人跑，有人怕了，有人怕了，有人怕了。好，谁跑掉了？有人把手撕开了。为什么跑掉了？我按一下奥团，他就不见了。老按一下，等一下。害怕了吗？哦，原来他是这样子。我好害怕。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按，试试看。要你离开，你花开。好，有了，没错。好，刷吧。就是这一关诶，好诶。嗯，我强化过了。我们不一样。我们不一样。哎，不是，他们也强化过了。啊，对，因为老手模式，猪可能要射两发了。对。哎，猪撞人会不会死啊？去，可能会有哎，对，可能上吧，会把人撞死。去撞一下，谁生命最多的？啊、哦，应该不是我吗？好像是我哎。对面有绿绿的东西，那个是补品，绿绿的东西会是补品。哎，下，走这吧。我们需要绕路，对。对对对。哎，你很聪明哎，你会玩了哦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被抢劫了。哦，打头伤害很高。这好强哦！这把雷射蓄力雷射很强哎。对啊，打头伤害会暴击哎。哦，他们会闪哎，他们会低头。对，超好笑的。傻眼。我那时候玩也是觉得很好笑。很会耶。啊，对不起，打错人，打错人。老是怪。打死他，打死他，他射过我们很多发。对不起，为什么没有一个判别之类的，让你大概知道说？我也很难为什么我们同班头上没有血条之类的。不要血条，至少给个 ID 吧。有时候说，哎、啊，找谁谁谁啊？谁在哪边不知道？啊！看小迪穿那么像怪物，都不想想要吃他一下。哦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有大致的，有大致的，在哪，在哪？哦，看到，看到，哦，很凶哦！死了，死了！口袋都装满了。我杀过比你更厉害的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可是每人背就背啊，我比较好了。我们两个背那个会发光的东西。哦。然后他不会射我们的。哦，对。上面我看看有没有东西。有啊，蓝蓝的有那个天赋点。看到。哦，这个打会那个哎，会把敌人打僵持哎。这个雷射光。看看怎么上去，番茄在上面呢。有梯子，有梯子。老板，那个梯子是死路。哦，这边有个梯子，有有有。我家狗还在跟。店员说啥大迟到呢？这不就到了吗？嗯，这哦这边这边。过来，外来者。在哪里啊？
看到我这边有声音啦，但是应该不是我这。哦，很凶很凶。哦，音。我看到修女的白色内裤了。哦。哦。有狼人，大老鼠，大老鼠，大老鼠，那是老鼠吧？那大老鼠。我不知道，有点像狼人。哦，痛痛痛痛痛！老鼠，你去哪？他回下水道了。不见了。跑掉了。啊！残血了，残血了，残血了。残血跑掉哎！哎，他是躲进去了。出来。躲哦。啊、哦！真的出来了，真的出来了，真的出来，他真的出来了，白痴哦、认真的出来了。那好像我下水道补血。哎、欸，有个小朋友跑进去了。谁？有个小朋友。怎么了？看不见哎、欸。有没有打人？你说，那你为什么要打人？你干嘛？啊，不是，我想问他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可以讲话，可以讲。他讲什么？他不想跟我讲话，他不跟我讲。他已经跟他讲话了。你说跟他拍手？没有，不是我。你说可以讲话、啊。怎么拍手？G， 啊 G， 左下。你给他一点表情。这个，耶、yeah! ，怎么样？啊，他可以讲。哎、欸，可以讲。他摸你什么？不知道他摸我下面。对啊，就跑了。他干嘛？跑走了。哎、欸，他去哪里？他小偷。哎、欸，摸我就跑。摸就跑、欸。付钱。哈哈哈！摸就跑哎、欸，这个也是。跑不了哎、欸。他、啊、跟他走一条，拍这种嘲讽，对。然后他不是看不到路吗？还可以走那么顺？假的啦，都是假的啦。啊，闻气味。对啊，都摸得到了，他都摸得到了。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难道这边有东西可以钻吗？你们这拆家。不见了耶！哦，这可以开吗？不行，不行。他从哎摸就跑哎、欸，好扯哦。这、啊、可以的吗？我也要。不付钱哎、欸！那、啊、不是摸你们两个啦！哎、啊，玩到玩到！滚，要翻滚，马上翻滚、啊！哦，马上翻滚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好，那进去这里面玩吧。里面有路吗？他惊叹号哎、欸，看一下有没有没有惊叹号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还没惊叹号的哎、欸，还是这个？来来，进去那里面吗？要吗？我是可以啊，走啊，狗狗，反正都是要找，都是要探索看看的嘛。啊。就怕说这边出现了，哦，有没有什么生物之类的？嗯，你问观众吗？哦，有没有火箭筒？没，你想太美了。哈哈的，雷射炮都有了。哦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是主线的哎、欸，主线吗？很像哎、欸，要出去吗？要补哦，那出去吗？对啊，出去吧。哦、所以这边就变成不是刚才那个冒险关卡的地方了。是冒险，这是冒险的地图，就是冒险会有个、啊、那个、啊、打到最后的网还是什么的，还是会有个、哦嗯、最终的目的。哦，所以是不要接主线会比较好。啊，不，因为我们可能打完后就结束了、啊。哦。啊，可能就有错过一些小地图没有打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探索完。对对对对对，看能探索就探索。我看一下哦，还有地方没探过。对啊，底下有一个先知的庇护所没有缴获。你在看哪边的啊？大地图啊。哪边有先知庇护所？左边一点点，我看你的直播，有没有看那个红红的？红红的，视角往下拉、啊。哦，没有，不是那边，不是那个。看到了，延迟啊，低能，不行。哦，有看到，我看到。可那要怎么过去？啊，还是要走这边过去？哎、欸，里面烧起来，可能是哎、欸。不过这边就是门被锁的地方啊。对耶，那好像，对，好像是里面的、欸，好像是有地方，哎、欸，好像跳不过去、啊，就剩里面的，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有没有办法可以进去？就从里面捞，从里面开门啊。这是从里面开门的啦。哦，那就走哪里？就刚刚那边吧。哦，就一样要进去那里面。好，类似一代雷射枪有戴涅鲁夫，那叫什么星辰还叫什么？好吧，走咯。是摸了就跑。这边有一个什么？
哎，这边有个宝箱，这边有个宝箱。哎，你怎么有钱啊？我没看到。看到看到了，地图。哎，对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镭射切割啊！我是想要那一把。没事，一直玩总会玩得到。没错，只是要爬稳。对，对吧？你看，像那种啊，你要先做 A， 再做 B， 再做 C 才拿到的东西，怎么可能玩一玩就会知道？啊，玩到玩到！哎呦，哎呦，有会动的、欸。看到一个方向，然后被石化吗？什么东西？然后他们看一个方向，然后被石化。不是，我在看这个啦，嗯、就这两个在干嘛？嗯？快抓住他们！这两个咬耳朵的时候被石化、欸。咬耳朵都被石化，对啊，哦、啊，快点给投胎献祭，献祭之路。哦，他很硬哎，我也很硬，知道吗？有，有吼，有吼，有吼，有，来吧，可以打吗？可以耶，哎、欸，有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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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浪费，有钱有钱。哦，那底下那几个都没打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他们一定没有钱。对。哦，我着火了、嗯，我需要补一点。来来来来来。来然后我刚刚有看到，我刚刚看到有人射药桶，是谁我就不说了。啊，啊番茄。原来是我射的吗？我以为是我技能的。你说你的技能会爆炸哦？我不小心按到 F， 用到火主线那一个。哦，不行，打他们会燃烧的。他刚刚灌油在身上，你有看到吗？有有有。对。哦，这么奸诈哦。然后还有队友技能会用放那个火龙卷风，放在怪身上后，怪如果往你这边冲的话，龙卷风会跟过来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标记按 G， 按 G， 按 G 标记。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跑掉了，他跑掉了，他跑上去了。老鼠哦，又是老鼠哦，这么快？在抓他吗？他是来找我。等一下，你又被摸免费的怎么办？哎，对耶。你再标一次，你再标一次，看不到。这里。好，感谢。哎呦。他一直想要找我。刚刚你对人家做了什么事？你摸他免费对不对？心有独钟。我在上面呢。你笑他免费的地方，上面没了吧？嗯，上面只是比较安全一点而已。对。这张地图没有，这张失落满没有啦。我是说那个雷射切割者啊。第二呢？那个不是要去一个像科技感的？地图吗？哇、哦，血蛮多的耶！上面可以爬上去耶。上面还这边还有地方可以过来。嗯，好。我们在楼下赚钱，我看一下、啊。对，我们在敲打尸体。好的。我们在赚死人钱。哦，蓝色。特性。好喂。有声音。怎么遇到我们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是一群怪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有人遇到了。是谁？谁遇到？不是我这边吗？在哪里啊？哦，掉下来！我怎么会死啊？哎，小弟来！来了来了！有了有了！王呢？刚刚地主说啊、哦，谢谢谢谢，因为那天刚好跟番茄刷到那张地图。然后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说，哎、欸，我说番茄，你看那个手会动，哎，然后今天看人家武器攻略的时候才知道啊，就是这一张。
哪一个？有一张图不是那时候跟你说，哎、欸，有大手，大手，大手，大手。你说没有啊？没看到啊？有那张手，那张地图可以拿到一张一张隐藏的武器。哦，好可惜哦。我那时候就怕说，怕是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。我也需要。你还记得是哪张图吗？如果说你记得的话，我们可以开我的。已经过啦、啊。过了。已经过啦、啊。刷新了。完了。颠了，在这里。哦，他这个反面火焰，又是大老鼠。他看起来像老鼠吗？啊、哦，好像不太像。火焰人，这很没礼貌。啊，死掉！那什么，有个法师哎，在那里，我先杀那个法师。他是精英。等一下，不会死了？而且拉到吗？可以杀了他，你本身就在拉、欸、你快按我。好了，我硬杀掉他了，硬杀了。哦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谢谢。来，过来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接近我，接近我。简直就是胜利。嗯，难打。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弹药了、哦，已经没很久了。刚沿路都在捡。我们这样算不算捡尸啊？嗯，捡尸、对啊，我们在打那个尸体。说没有了，那个弹药没有了，弹药没有了。看一下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。我怎么你？这样有啊，有宝箱，我漏掉了。我去拿一下宝箱。这时候再遇到一只王，我真的是弹尽粮绝。嗯，完蛋了。有了，拿掉。哦，真的是一只王，大家伙。什么？哎，会烧哭啊！哦，我被咬着，完了，欸、他咬着我哎、欸！是你还活着？没错，因为我解开来了。哎、欸，毒吗？有毒！来集合！然后这边还有一只，好、啊，杀了！有补了，棒哎、欸！这边有一条路的呀，我在想你总是砍那个炸药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会，炸药砍了不会爆炸。你砍过了、啊？哦，对，不信。我是用枪射才会吗？哦，这是假的。对，它有些会假的。假的身上会喷那个黑色的不明油，我不明物。你真的是不明物，那不就是油吗？那不是油吗？是油吗？是油吗？你选一疗兵就用龙心回血，全队都吃得到。啊、哦，对耶，我试试看哦。我想说我的龙心一直啊没有啦，因为之前没有机会让我补啊。
啊、哦。了解，谢谢。这边有路。哦。有遇到了吗？没有、啊，不是我们这种，是捡到东西吗？我就哦。天哪！我这边好多怪物。你家果真的好猛。真的哎，果果好少。哦，是你，对不起，想说从一个烧起来的敌人拿着剑，凶死！我也烧起来了。来了。这里。看到了。哦，凶哎、欸！番茄又找你耶，你到底欠了什么、啊？对啊，可能是上辈子特别喜欢你。他上辈子在吧？不要射我！不是你后面啦，射你干嘛？臭美哦！啊，去摸绿绿的，小迪。赢了赢了。隔壁隔壁转角转角，你隔壁隔壁。看到看到看到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危险！哎、欸，记录点在前面。有点有人看到，就是跟女朋友逛街逛很久了，终于看到椅子的感觉。太辛苦了，终于有得做了。终于有椅子了，哦、又打完了，对，终于有椅子坐了啊！终于可以休息了啊！我发现我狗狗竟然刚刚一直死不出来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一下，我点一下特性。好啊，特性点。嗯，怎么点了？嗯，云散。好了，搞定。来吧，打完了。他们说我疯了，到底是谁疯了？哎呦！哦，炸弹客。哇、哦！全部打这个炸弹客，人很多人呢。嗯，而且谁是谁啊？单挑呢？单挑呢？单挑呢？啊，这一局不喜欢单挑。怎么爬上去？刚刚打、啊？没有上去的路、欸、没有上去的路，找不到哎、欸。啊？这找不到，我都没在看。怎么可能？太惨了！真的不让我爬上去的、欸。不，这也太奸诈了吧！然后底下都是火，有本事下来。那不是这个，这个不就对近战很吃亏？哦，你打他手上的那个会炸，番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不要从不同角度攻击。他在哪里？我操，他还在上面呢。啊，我换角度，有些角度看不到他，看到了。哦，他很奸诈哎，没有什么飞行器之类的装备哦。你去摸。没。哎、欸，对对对。有有，我挡，感恩。三次好。看到了。哦，痛痛痛痛！哦，他那个范围有够大的。我靠！超痛！哦，痛痛痛痛痛！一堆一堆一堆！是谁？不是？哦，天啊！要被他炸死了！有点强耶，有点强过头了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在哪？你那边招招招了？不要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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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动！不要动！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们在一起哦。好，来一起死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来来。没带哦，超痛。他要躲很里面，
但炸药很强耶。下来呀、啊！下来！不敢下来。哦。没任何子弹了，哎，什么子弹都没了耶！打小怪，打小怪，哎呦！哦，里面好凶！看不到，哦哦，你够够够够够，好好好！哦，闪闪闪！谢谢我，谢谢你哦！闪掉，闪掉，还好。这你在射？又没弹药了，惨！上面有，去捡。太难了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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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绿伤啊！死了！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哈哈！哦，帅帅帅，赢了！猛啊！好，我们要怎么上去？应该上不去吧？上去要干嘛？我这边上面没有，好吧，没有没有那个，对，直接喷到身上。那直接退出吗？干嘛？我这里啊。哦，很多东西哦。这 boss 没那么难，我也觉得没那么难，就是很烦。就很麻烦，对。爱召唤小怪时，打他胸口发光不会，打爆了会停留状态，但有状态下。哦，这边是一个门，这里就到门了。有个惊叹号的门在这里，什么东西？在他召唤小怪时，打他胸口发光的部位，打爆会进入一个状态。这个状态下用近战哦，打死会给近战的武器耶。哦，可是我们上不去不是吗？不是，对啊，那个我们不是不是不是要用近战打死，是他发光的时候要打死他。哦，然后会喷另外一个材料。哦、没事，反正这个游戏就是要让你多刷。嗯。一个 boss 有三四种打法，对吧？没那么夸张。没事的，多的是机会。对，要我们要活到2025年。对啊，我们要靠这款游戏活到2025年。没错，这款游戏。哎，小迪知道这件事吗？为什么？怎么了 ？GTA 6啊。哦。还有对，我知道。魔物猎人都在2025年啊。哦。对啊。所以我们要玩这两款大作，我们要活到2025年。对，我们要好好活着。嗯、我们不能毕业啊，可以毕业啦，但是要好好活着。还需要玩到，对，我们要继续当坏胚子。哦，没错，耶、yeah ，成长点。哎，玩这款游戏玩这么久，我才知道我补血，你们也会补到血。哦，害我一直用技能补你们。哦，是伪王哦，哦，伪王，伪王，大家记得伪王，伪王，伪王。发光的时候打嘛，发光的胸口发光打他，打死。好。哎、欸，如果他胸口按掉之后，我们就不要打他。就是多久按亮一次啊？我问一下。我就可是有些怪物是奇形怪状，那个怎么办？他哪一个是他的胸口？哦，看你要不要近战武器而已啦，我是没关系啦。好，啊，我是觉得近战武器不错。啊，那你们就做看啊。老婆婆你在纺织啊，我看你要跟我说什么东西。你们这边有很多 NPC 耶、欸。那是我们那些 NPC。他爬上去啊，他爬这边上去。哦，他去搜刮人家家里好。对啊。他们家已经看起来够穷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刚摸你免费的在这边。在哪里？这个。哦。嗯嗯啊，没有不能打他。你打下去了啊。啊，不对，老奶奶也不能讲话啊。有，看到我出现一个符号哎、欸。对啊，这画符号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。哦。还喜欢别人从后面讲话。哦。从后面来。就对，有人没人对话方式。那扇门打不开。
哎、欸，真的没办法讲话。哎，有没有可能对他拍手之类的？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你有听到吗？过瘾，过瘾。拍手。他好像在，他用一脸你在干什么的表情看。要找到两个小孩哦，阿斯姆刚找到一个是不是？不够吗？你好啊，还差一个。我们要找失踪小孩哦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刚才是小孩怎么找到的？打老鼠啊！我敲下水道，我那边乱敲下水道敲出来的。哦，那我刚才我有看到类似像那种。那，我们要回去吗？在同一张地图吗？还是一张地图一个？有没有可能这张地图里面有？就这张地图啦，这张地图。来敲下水道。嗯，你不要穿裤子，让他摸摸看，在他面前甩啊甩。小丁把裤子脱掉吧。哎、欸，这么刺激？请问是找下水道没错嘛？对不对？哦，这边有个小朋友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快给他摸。对，给他摸。不，他跑掉了。啊，你完蛋了，又被摸了。对。好像是小丁那边哦。完了，上尸敌标个点。没有没有，这边是小怪而已，小怪而已。不是，你有小王，有吗？在哪里？这只吗？不是。啊，还是在更过去。这小朋友啊，这边有像。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你过来，就我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，是不是也好了？这里吗？不中哦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杀尸敌！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来了，打完了没？嗯，小智都打完了。哦，可是什么大智者的声音？大智可能在这里面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后面有一只。这只啊，这只是这只，是他哦，白痴，就他。帽子掉了、欸，哎！好，来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那个，聊了。啊，刚刚有偷摸你的小弟弟呢。好了、啊，不知道他跑掉了。不说跑，有没有可能在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那个。哦，果然有一只啦！我被拉进去了，救命！啊，我死了。他的游戏好像很好玩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死掉了、欸。我被下水道怪物拉进去了，那什么鬼？哎，小云，那里面有一只怪物，超强。你怎么说？这张你没有，你有全部自杀吧？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不用全部自杀，自杀吧。这个水沟盖前面发光的东西能拿，有时候会有老鼠来抓，也让他抓。能拿个东西，抓好像有得到东西，对，有得到东西。哦，那你很棒哎！来吧，喝水，来打开 tape 物品。然后有没有第一个水盾？好，等一下，物品的第一个啊，水盾。嗯，这款游戏没有死亡惩罚、啊，不会扣钱什么的。哦，水盾在哪？物品第一个也像骷髅头的，你不要，它不是水，它是骷髅头。哦，还有这种东西哦。哇，我刚刚想说。嗯直接被拖进去，傻眼哎、欸！啊，没看到啊！对啊，那什么鬼？我在哪里？我这边要拖进去哎、欸！我在哪里？哦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刚才那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被拖来这边了、哦这？这什么地方？哇，新地方哎、欸哦！大老鼠，有一只大怪物！大怪物！好痛！欸、跑掉了，跑掉了！里面，然后会出来，他只是继续补血而已。拍手，拍手！啊，他出来，出来，不用拍了，他出来了。有哎、欸，神秘之石，帅耶！哎呦，好玩，酷！这个水沟可以再打吗？之后遇到再打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，太可怕了！啊，出来了！所以我说那个小男孩，
去找阿嬤，去找奶奶。啊。下水道关卡，今天才一个朋友叫我去敲下水道，原来他们是想害我。哦。等一下，后面。看一下还有哪里没探索过吗？那我先回去找一下。去砸骂了吧？啊。哦，你开门了哎。没有，这边打不开，吓死我了！想说你可以开门。哎，但我们绕回来了耶，阿妈在另外一边。另外一边呢？谁带路的啦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啊，这个地方是我们要从这个门过去穿绕一圈的地方。对耶，要再走那个过去耶。啊，没事啊，拿到东西也好。那现在呢？嗯，怎么绕？知道哎，现在如果要再过去的话，不就等于还要再绕一圈吗？就绕啊。嗯，走啦。走啦，阿妈。我看一下啊，走这里吗？先走传送门过去。好好好。去，再喝一次水啊！你说因为在阿妈这边前有存档是不是？来，各位喝水。喝水。好，你说。喝臭水，喝臭水，喝臭水。没差，等下摸一个啦。骷髅头、水盾，有了。我死掉，我家狗狗还过来跑来闻我哎。哦。哦，有了。太多这种秘密的东西了吧？对啊，这就是这款游戏好玩的地方，我是谁？哇，它这种多样化，我觉得我玩还不错。啊，来吧，想推我下去？不，但还是不能讲话，怎么了？那小男孩好像没有回来啊？哎，没有哎，还是这几个哎。嗯，走吧。再回去刚刚那边再找一下啊！对啊，好多可以挖掘棒，还不错。你刚好让他摸到吗？没有，他就跑掉了。哦，飞到底吗？不去摸就跑了。哦，找一下。这可以开的吗？哦，这边有个门，这有个门可以开耶！哇，好多怪物！门可以开啊？对耶，这个门要先开。然后这个啊，我要被虐死了！这是谁？我，你走错地方了。啊！你在哪？没事，我在这里，这边有个门可以开。要过来我救吗？还是我去找你们？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。我们过去呢。好。背包装不下了。那就是刚刚那个门啊。哦，那可以走回来了吗？哦，就可以走回来的门而已。对。那到这里吗？是小男孩会在这吗？还是不会？那边三楼没走过，看三楼什么？三楼看看。家园没东西，有锅子，要喝汤吗？请问是毒汤还是鸡汤？应该是头，你喝喝看嘛。好不好？你能喝两次，我只能喝一次啊。哦，王的声音是？是啊。是在哪里啊？好哦。哇，这里耶。有吗？真的？那是什么？他在互打哎、欸，老鼠，大老鼠。哦，大老鼠啦！可能就是他把小男孩吃掉的。应该不是，好可怕。我哭哭哭哭哭哭啊！他不见了，他不见了。上楼，太二楼。啊！他跳下去了。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谁了？危险
现在要走去哪里啊？我们刚刚拿东西是新职业的哦。哦，这边好像还有一条路的样子。我们刚刚拿到是新职业的东西耶，全新职业东西啊。对。哦，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，新的路，新的路，对，新的路，没错，没有来过。哦，这边有下水沟，我不敢再乱打了。没关系啊，再被抓一次啦。不会吧？还会吗？不一定啊。嗯、他说都可以试试看啊，都有东，可能还有衣服可以拿、欸。啊、哦，真的吗？那么好。嗯。斗衣之类的吧。哦，没啦，可以多尝试啊。哇，这款游戏本来就多尝试，多挑战看看。啊，多被抓几次也没差啊，多被摸几次。嗯啊、还摸？你这边有一个没有探索过的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好，来探索看看。哦，衣服是下水道关卡，你不要说，那搞不好就想要去摸。啊，这边这个门好像没来过，对，对，是吗？对对，没来过。对你，对你就对。来吧。二啊。二。哦。你处理都会嗯叫哎。啊。你处理都会嗯嗯。会吗？你会啊。是吗？你刚刚连砍都会有好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可能游戏音效吧。我怎么可能？来，小弟的观众，他是不是会？没有吧？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这边可以那个。打个扣一，扣个一，扣一。打王，还没打王哦。屠夫，新鲜的肉。屠夫区没有怪物啊。等下，他们就把你当怪物过。对，不是我。怎么会有声音从上面跑出来？放手！哦，有敌人，有敌人了。明明就暗了，我靠！有人喷血了，我明明就暗了。哦，那边有路，看到。上面有蓝蓝的。哦，去哪？去哪？我去哪？那个不要，那个用打的，不要不要不要开枪，这个用打的。为什么？他就不会着火啦。完蛋，我近战武器完全没强化。不用强化，我也没强化啊，打一打就死了。小心很多只，今天烧起来了。哎，蹲你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在你旁边。很多只哦。啊，不行，冲过去打了。打死了，打死了。你还采毒、哦？你很爱吸毒哦。谁？有啊。我踩到了吗？没有，没踩到，没踩到。啊、哦，吓到。你会有麻烦哦。哦、大麻烦。这边新的路，这边烧起来，没错。
这边我看一下。有没有东西吗？安琪那边，安琪那边，安琪那边。正在装填。这边有个什么？哦，这不是。去找你吗？啊，好多人。好、哦，完了完了完了。你去小爷那边吧，这边我一个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都不要我是不是？我自己走自己走。你知道死了。自己找地方走。没没没事，我可以复活。好了，搞定。我操！我、哦、大吃的来了。这副武士只有我可以吗？你们是不行。你近战，哎，成就真的是坦克了。哦，菜刀怎么样？菜刀扣血吧。有了。嗯？来了。哎、欸，直直的。哦，去，在哪里？要算对死者不敬，好爽、啊。好、哦，他有存档点。点了，翡翠萨满天日。哇，这听起来很厉害啊！我看一下。这么武器真的很少欸，都是那个生命回复提高 3.5%， 圣物使用哦，有存量点要存吗？还是不用？不用好了，可以啊。好多猪啊、哦！这边好多人，这边好多人啊！现在是人吗？不是猪吗？你说我听到是猪叫声，为什么？真的吗？好多猪的、啊。哦，近距离看猪哎、欸！啊，这不认识。这边有个人被烧了，好像要保护他、哦，不要让他被烧掉。真的吗？我想烧他。我也想烧他、啊。真的吗？那还是烧他好了。哎、欸，猪变这样，猪血量好多。啊，他烧了，他烧了，完了。我没成功帮他，这样是不行。有没有想过他是必死的一个？但是可以阻止别人送他。你看他，屁呀！谁在丢啊？场面混乱，全歼敌人！哦，大师的大师的，没救到没差，哎、欸，可以救他，但没救到也没差，没事的、啊。哦，没差就好。完成了，完成了，酷哎、欸！特性，这是新的特性。暗影肌肤，听起来是不会有你想要得到的肌肤哎、欸。会吗？元素伤害减免，好像也还好哦。嗯。嗯，那边有新的路，我去看。天啊，怎么那么多猪啊！我现在这游戏给的戒指那些也太多了吧？因为这有分流派啊。哦。对，比如有电属性提高啊，近战武器提高啊，或是你有个东西好像是你让你近战挥不会耗那个耐力，你这个会挥到爽。哦、酷。
还有这些特殊设定。嗯，看一下哦。目前还有一个地方好像还没探索过，这个方向。嗯嗯嗯。哦，小迪经过了一个宝箱没开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一个金色的，13分了哦。好，我们打完这个，好，打完这关再休息。好。哦，有哎，进化咬膏。看一下这边，这里。以后好的。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那怎么还有猪活着？哎、欸，我刚才打有一只猪，它是无敌耶、欸！对啊，我刚刚就是狂打，它不会死的、欸。对，不知道哦，那只猪它还配我们子弹，对，有点凶，配了一管子弹哎、欸，打在它身上。你怎么上去？对啊，我的手也是一样。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有路，这里有路。什么声音？他标记啊，我标记，对，你后面，哦，哦，躲起来耶，哦，偷袭，看一下啊，嗯，怎么下去？我看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有，这边有楼梯，哦，好好好，嗯啊，错错错。哦、oh. ，哎，你快！在哪？这里超级乱。哎、欸，快！在哪里？小弟后面，你快烫死！哦、oh, ，看到，快点！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、oh.。它有个地下道，嗯，番茄啊，感恩番茄不去哪，那我在闲逛。啊，它太容易，太容易摸到那个火焰了。你们先继续啊，我再看看有没有我你们没逛到的。这边有人，走了，口袋都装打死了。哦，你还来，你还来。啊，为什么我一定会碰到那个火？傻眼。好像没了、哦，太大只了，对，没了。哦，就好像没了，只是为了拿那个弹药而已。嗯，可是楼上要怎么过去那里？是第二层，这一层呢？第二层啦，对啦，还有第二层。哦，这怎么？它有两层。啊啊！我摔你我摔裂，我可以拉我起来，可以拉我起来。我现在我是摔下去摔死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复活不了？哦，有，感谢，你欠我一条命。好的啊，是，怎么到第二层啊？怎么去第二层？嗯，地下室你们逛过了吗？逛过了，有可以有第二层，不知道怎么过去。感谢九渊的追水、啊、爬吗？也不是，它中间有一层啊，这边有个楼梯啦，这里在下面吗？对，先到最下面，然后走过来有个楼梯。哦，小弟血都被你耗光了啊。对，没办法。啊，我有，完了，这个楼梯也难走。哦，这个、哦、对，拿掉。哦啊，你看，我就说很难走，没有人推你，真的很难走。然后这边有个假人，不要卡在路中间，谁的？啊，是我吗？啊，完了，要烧死了！刚出去，赶快出去！终于出来了，哎，快烧死了，你们要小心。哎，来，是谁给我在桥底的？啊！完蛋！吓了！哦，有个紫色哎、欸，
装备没拿，这边。哎，李恒，来，李恒来了。好了，这边有个假人。啊，站到火柱上会烧起来。再做一次篝火，到刚刚烧人的地方哪边？我们过了吗？烧人就是刚刚那个猪场那一边吧？哦，没事啊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我们再下去可能会。对啊。哎，我们是不是绕回来了？这边没东西了呢。啊，那这边可能就是打刚刚的地方而已。那喝水回去看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喝水去看看。好，喝水，超好吃。哪？这是烧人的地方吗？不像欸。嗯。欸，好像是欸。好像是欸。烧人在哪？在这里正前方。拿什么？猪不要叫。是这吗？211733是这儿吗？会在救命组拿什么东西？还是那个是我们？我错过太多，还是已经拿到了？嗯？还是长在猪里面？那猪可以射死了吗？哪一只？哪一只？有吗？你吗？哎、欸，哦，真的有哎、欸，真的有，还真的有哎、欸，什么？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不亏，回去了，回去摸篝火灯台。燃烧的敌人造成的伤害提高10%。我就想说，那只猪打不死，该不会有原因吧？哦，有可能是。回去城内吗？嗯，可以啊，这边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好，回去存点好了，看有没有，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可以做什么神武器之类的。神武器可以换新职业？怎么换？哦、不是，我还没解锁副职业。哦，没有，你们要去买东西。又是。哦，买什么？我看看。不化剑。好，那来跟我走一趟。扑火，造成火焰伤。来，先跟我走。来。来。欸、你们现在钱多少？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嘿，那个啊，包包打开。我看一下啊。啊，我有3900。所以是买1500的那个吗？1500那个，嘿，这个好像是、这个就是那叫什么？挖个猎人。那来这边。卖了。啊，他是这个奖牌买下去变猎人哦。没有，他去做。然后、那等一下我买一下。然后来，我这个是买医疗兵的东西，好吧？哦。如果要当医疗兵，刚刚买一次1500。那这啊啊再想想，再想，不要买了。好，然后这个、没有，先跟你讲一下，你早晚还是要买。好，这个也可以买。我这里哪里？这个也可以买。这什么？好像这是你的职业，这个是你的职业的。哦。然后这个人要每个东西都跟他问到，他话很多。问完之后，他会有一个商店，就是一个哨子，就是番茄的职业，可以养狗。哦。所以我的职业特别麻烦，就对了。对。然后来，然后再找华莱士就好了，做东西就好。哦，哎，小林，你想好你的副职业要玩什么吗？哦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你也可以带狗啊，我还复。哦，没有。你看，你可以原地复活，然后狗，哎，狗再复一次。狗好像不行哎，因为我的狗没有帮你。狗可以啊。我副职业的狗不是啊，我狗可以。哦，主职业的狗才可以。他们不行。他会掉我的容器去帮你复活，哦、就觉得我的妈。我也要带狗狗，明明说他也要带狗。好，哦，然后就把刚刚买的东西给他。哦，再见，
贤者之石的是什麼？哦，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贤者之石是什么？神秘之石是我们刚刚打到的东西。对啊，什么职业？炼金术师。哦，炼金术师太猛了吧？感觉会魔法哎、欸。来教你们哦，做好之后啊，然后打开包包，嗯，然后人物右上啊有个新的空一个圈圈吧，看可不可以点，能点的话那就是副职业出来。哦，点了就是可以用。对，就那是我现在一做就那个了吗？嗯，做啦、啊，你做了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有副职业的话，就可以用。那我要取消也没关系，也可以取消吗？还是就取消不了？不能取消，就会两个职业了。啊，所以就不能就做了就做下去了。对啊，那没关系啦、哦，因为这个游戏职业也是要练等。可是我现在那贤者之石那是什么职业啊？炼金术师啊。是干嘛的？我看一下他的介绍。啊。他的介绍是啊，炼金术师可以额外激活一个合计争议。合计争议是什么？哦，感觉就是，哦，那我们现在没有感觉跟你不搭。对，感觉跟我不搭。感觉先跟你不搭，你先别用。好好好。嗯，那个狙击手战争勋章那是什么？那个狙击手就是猎人职业啊。猎人就带狗狗的那个。不是，猎人是带哨子。他是哨子那个，哨子是可以干嘛？带狗。那猎人的话，他是比较像是靠枪支的。嗯，对，我选择猎人。对，没关系，你也可以带猎人啊。好，要减点。我想一下。好，你再想。我到时候会再决定好了。没有没有，你坐下去哦，没事，还是要钱啊。好，你到时候再想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还在想、欸。都可以变，都可以变，随时可以变。哦，都可以变哦。哦，早说嘛。哦，我刚刚有讲嘛。我想说，是做下去就不能變。你现在也可以变，直接变成猎人啊，然后副职业变成那个 啊。哦，那我们直接做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的。再见，旅者。好了，然后呢？二季或三季，我都没有去动哎、欸。哦，是这样点哦。哎、欸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啊、哦、有哎、欸，狗狗会。狗狗它可以增加攻击，可以嘲讽，然后也可以补血。第二个是补血、哦，对不对？嗯，第三个是增加攻击。所以我觉得嘲讽比较好用。我都没有在用狗在干嘛？释放一到三十米的波长。你现在用看啊，按着按着，它会原地叫一下。酷。好哎、欸、，CD， 我可以直接用技能复活你们了，太好了。哦。哎，狗狗好可爱。原来是这样哦。我想说那个是被动越来越高，哎，现在才知道了，没事。哦，技能冷却减，我觉得技能冷却还不错。比较。然后你们看人物啊，左边有个能量等级，嗯，那个能量等级就取决于你进副本的后面的那个等级，好像听说是这样子啦，就是说你如果的能量等级是10。那怪物就大概维持在10左右，哦，那能量等级是看你的那个武器的那个武器三把武器的总和，再加上你包包里面的武器总和，哦，所以不是说怎么你今天带一个很低阶，但你包包里面有很高阶的能量等级就不会就会降下来，不会，哦，对，了解，原来是这样，没错，懂了，懂了，感恩，我看一下啊。二季套盾，三季复活队友，没有啊？四季二专吗？对不起，不是，这边四季二专，酷哎、欸！复活队啊，变成哎，啊，那这个波长可以补血吗？哦，有哎、欸，并在复活75啊，哦。腐败碎片怎么拿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腐败碎片就是开箱子啊，打那个东西打一打会掉啊。我们那把谎言是一个做枪的材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做好了、欸。啊，腐化是鬼炸、欸。我腐化鬼炸什么？腐化鬼炸？什么意思？我在下面这里。谎言不是吗？谎言啊，谎言它还可以再上去一把枪哎、欸。再升上去。哦，再升上去哦。对。我在跟他讲话啊。你在哪？哦哦，腐败碎片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下次再见。腐化鬼炸。
幻影更强的香。更多的宝石吗？只有他们能让你变得更强。等一下，腐化碎片，对啊，不知道在哪里得到。哦，我刚听到有人的狗狗叫了。嗯。恶臭碎片，致命碎片。等一下。欸，小迪有一个好适合你哦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其实我一项技能时，你的近战伤害会提高20%，持续十秒。等级十的时候，你的击杀技能等级会缩短5%。哎，在哪里？再来。在右上角一个叫德威士的变突变因子。哦，看到看到。哦，持续十秒，可以耶。可是你这个要升上去啊。哦。才会有冷却时间缩短。嗯。你好像很了解。没有，我只是看他的技能，我看他喜欢拿武器打，就推荐他这个就好了。哦。哎，不错哎。下面有个怨恨的也蛮适合你的。哦。哦，东西真的多哎，还不错。哦，然后龙心，因为我们现在拿到是初阶的东西嘛，你们龙心上面会有三个像 USB 的那种晶片吧？对啊，对，那可以自己装，那个可以自己装，可以自己微调。哦，自己哦，自己调整。你可以调像加血量啊、加攻击速度、近战速度啊、近战伤害那样子的东西。哦，可以耶，可以耶。那这个那要怎么去哪里做？这个要用抽的，或是地上打的，然后跟他抽。但是我听人家说，不要去抽，不要去抽15的，要抽就抽，75的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不好的。欸，因为便宜的太烂了，要抽就抽高。那75在哪里？哪里抽？不知道，我们好像还不行用欸。哦，之后来证物碎片，对啊，我们先休息吧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到这边休息了，休息了，各位辛苦了，辛苦大家了。啊，哎，好了，感谢大家。其实私下有跟那个啦阿旺他们玩，因为啊，其实这款阿旺他也玩得蛮疯的。那私下就是去研究要怎么玩，然后就被带着去捡东捡西，捡到身上一大堆东西。所以，但是就不想破坏进度还是怎样的，就都没拿出来。之后能一起玩吗？之后哦，如果我还有玩的话，没有，应该这有诶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我通常都会人凑满一起玩的，不会自己玩，对吧？因为之前也有玩过遗迹嘛，可是那时候就只剩我一个人在玩，然后那时候我的观众其实那时候观众没有人在玩遗迹啦，他们不吃这个市场，对，所以很看人，等我一下哦。嗯，好啦，感谢大家啦。然后像稍早也说了嘛，就是会揪一群，然后这样一起玩。好啦，哈卡要揪谁？哇，怎么都在打斗阵啊？他们都在打斗阵欸，好猛哦！看看，给我揪过去，发现吵架，哎，怎么不揪来我这里？哎，然后刚刚露诺贴给我看说，猛兽派对又有新的挂宝了，挂掉宝了，嗯，挂起来。好，不然带你们去挂猛兽派对的好了。他叫 Soso 啊，之前玩那个。玩那个啥，大达认识的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我的 DC 不是公开群啊，我的 DC 是私群，而且我的 DC 群没有什么人在玩那个啦，没有玩在这个，
没有再玩这个。好啦 ，boss， 感谢你，晚安。然后谁？依依晚安，莉莉晚安，雪莉晚安，还有谁？露诺晚安，安妮晚安。对，李光晚安，先把 VIP 讲一讲。番茄晚安，所以安妮看得懂是在玩什么了吗？就是射怪啊，打怪打宝。像刚刚也讲了，就是每个怪有不同打法嘛，然后打死之后会掉，如果你用特殊方式打死，会掉特殊的装备。小小子晚安，蔡丁丁晚安。好啦，过去咯，大家晚安。好吧，我呢，我刚刚不讲了，番茄晚安过啦。晚安，晚安。